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1人已足法定人数。好，那我现在宣布开会，请议事人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3月23日星期一上午9:02至下午1:05，109年3月26日星期四上午9:08至11:43，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昌佐等12人，列席委员李德伟等34人，列席人员3月23日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及所属人员，侨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及所属人员，以及经济部、教育部、交通部、内政部、大陆委员会、行政院主计总处、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等主政官员。3月26日列席人员，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俭及所属人员，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向田毅，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陈婉仪，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秘书长邱达生，行政院主计总处基金预算处专门委员陈雅慧，主席吕召集委员玉林。3月23日星期一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外交部部长、侨委员会委员长、经济部次长、教育部次长、交通部次长、内政部次长、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报告新冠肺炎、武汉肺炎 COVID-19 疫情蔓延全球，我国协助旅外国人、侨胞、台商之相关做法，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及侨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报告，委员林昌佐等24人质询，均由外交部、侨委员会、经济部、大陆委员会、教育部、交通部等相关官员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陈明文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讨论事项：审查外交部主管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及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9年度预算案决议，109年3月26日继续审查。3月26日星期四讨论事项：继续审查外交部主管三财团法人109年度预算案决议，审查结果：一、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109年度预算工作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收支部分收入总额14亿6885万8000元，照列；支出总额原列15亿5677万1000元，减列业务支出技术合作支出项下国际会议及交流7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5亿5607万1000元。本期短处原列8791万3000元，减列70万元，改列为8721万3000元。固定资产投资部分550万8000元，照列；转投资部分5亿8601万7000元，照列。通过决议11项，请参阅，并请翻至第10页。二、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109年度预算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收支部分收入总额1亿7140万元，照列；支出总额原列1亿7050万元，减列业务支出其他业务支出项下临时人员酬金20万元、旅费300万元、广告费40万元、会议费100万元、印刷费100万元、活动费50万元、礼品费20万元，共计减列63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亿6420万元。本期剩余原列90万元，增列630万元，改列为72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部分300万元，照列。通过决议5项，请参阅，并请翻至第13页。三、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9年度预算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收支部分收入总额1411万6000元，照列；支出总额原列1406万9000元，
减列业务支出劳务成本50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356,900元。本期剩余原列47,000元，增列500,000元，改列为547,000元。通过决议二项，请参阅。四、外交部主管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及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9年度预算案审查完竣，审查结果提报院会。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旅召集委员玉林出席说明。五、有关委员提案文字内容及金额，在不影响提案原意下，授权议事人员修正处理。继续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3月25日星期三上午9:28至下午10:33，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罗志镇等12人，列席委员叶玉兰等20人，列席人员国家安全局局长邱国正及所属人员，以及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内政部警政署、移民署、法务部调查局、国防部宪兵指挥部、参谋本部资通电军指挥部、军事情报局、电讯发展室、政治作战局、军事安全总队等主政官员。主席吕召集委员玉林报告事项，邀请国家安全局局长邱国正率相关情报机关首长提出国家情报工作及国家安全局业务报告，并被质询。本次会议采报告秘密、询答先秘密后公开方式进行。国家安全局局长邱国正报告，委员陈以信等23人质询，均由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海洋委员会、内政部及法务部等相关官员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至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以上宣读。好，因为我们这个出席人数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就先没有确认议事录。那请议事人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防部部长、经济部次长、科技部次长报告国防产业发展条例相关配套措施，有关列管军品范围、厂商资格、安全查核及维护等进度执行现况，并请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列席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那我现在介绍我们今天参与的立委及官员。首先是我们赵天麟赵委员。好，那接下来我来确认我们今天出席的相关单位。国防部的部分是由副部长张冠群上将带队，常务市长陈晓明中将，政治作战局局长简世伟中将，军备局局长房浩萌中将，军医局局长陈建彤中将，战略规划司司长吴宝坤，资源规划司司长白杰龙，人事参谋次长李定国中将，李定中中将，不好意思，情报参谋次长陈国华中将，国防采购室主任黄希罗中将，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敖以智中将，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郑龙峰中将，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高中兴。哎，那这样陆军不用来吗？人数的限制是？他在那个。哦，好。这样有点奇怪。好，来，经济部次长林全仁次长，工业局副局长杨志清。科技部政务次长谢达斌，好，次长10点之后有事吗？齁，对 ，OK。工业技术研究发展司副司长郑清，郭清，不好意思，郭清。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副执行秘书叶泽良，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吴志扬。就学就业处处长秦文台，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后勤处组长林燕，
OK， 好，以上好，谢谢后。本日的会议邀请国防部严部长，现在是我们副部长，报告国防产业发展条例相关配套措施，有关列管军品范围、厂商资格、安全查核及维护等进度执行状况，并被咨询，请我们副部长上台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首先感谢各位委员先进长期以来对于国防施政的支持与督促，使本部各项工作均能够顺利推动，在此致上敬意与谢忱。今日应贵委员会邀请实施专案报告，自感荣幸，现仅就国防产业发展条例相关配套措施、有关列管军品的范围、厂商的资格、安全查核以及维护等进度执行现况提出报告。本部依国防法第22条的规范，致力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发，提升国防科技的水准，积极带动国防产业供应链的成长。另外，为了完善国防产业法令体系及发展的环境，建立军品分类管理、厂商分级评鉴、安全查核维护及跨部会合作等机制，本部在行政院及大院的指导之下，完成了国防产业发展条例的制定，现在正依本条例授权研定配套法规等措施，目前已办理预告，收整外界的意见，以供修正参酌。那有关各项配套法规执行的现况，接续由资源司白司长向各位委员具体报告说明，敬请指教与支持，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先进，以下仅就国防产业发展条例相关配套措施、有关列管军品范围、厂商资格、安全查核及维护等进度执行现况提出报告。依前言，本部研拟国防产业发展条例专案法，主要目的系为建构四足之国防自主能量，在兼顾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下，有效结合政府资源与民间力量，吸引国内厂商投入国防产业供应链，进而扩大市场规模，达成满足国防安全需求及创造产业经济效益双赢目标。二、配套法规制定进度。一、配套法规项目，国防产业发展条例以下称本条例第21条，其中第3、4、5、7、8、12、13、17条授权制定计8项配套法规，列管军品范围及认定办法第3条授权，列管军品厂商资格级别认证评鉴管理办法第4条授权，列管军品厂商安全查核办法第5条授权，列管军品安全维护申请办法第7条授权，列管军品技术文书图表输出管理办法第8条授权，列管军品合格厂商奖励办法第12条授权，列管军品测试协助申请办法第13条授权，二等三等列管军品最有利标评选项目与配分基准第17条授权。二、执行进度，本条例自108年5月31日大院完成三读程序，并于6月19日由总统公布后，本部即就业务执掌分由资源规划师、军备局、政战局及国防采购室等单位进行配套法规研定作业，同时召开8次审查与指导会议，以确保各项法规内涵符合母法授权意旨。各法规负责单位依法制程序，邀集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公共工程委员会、经济部、科技部、法务部、教育部、财政部、金管会等机关及本部法律师，针对各配套法规均实施多次研商及初复审会议，使完成草案研拟。三、预告作业，各配套法规已于109年2月下旬依行政程序法第154条规定办理预告60日，即3月26日止。外界提供意见概分、体例文字与实质内容等两大类，将纳入研修参酌，以周延规范。后续由本部法规委员会审查完竣后，预划于109年6月底前完成发布。下表是各执法的预告时间、起止的日期。四、配套法规内容重点，列管军品范围及认定办法，明定军品范围包括武器、弹药、作战物资及可供军事用途之软硬体，以利国防产业发展，契合国军武器装备需求。
列管军品区分为一至三等，提供评估厂商研发、产制及维修军品之潜能或能力及其等级。国防部考量国防任务及建军备战需求，邀集经济部、科技部或其他机关、产业工会代表及有关之军事单位为审议及认定列管军品清单，厂商得提出军品建议清单，由本部审议列入列管军品厂商资格级别认证评鉴管理办法，明定国防产业专长领域项别，使国内厂商经评鉴后加入国防产业供应链，委由公正第三方针对厂商之科技水准、规模与经验、经济与社会贡献、诚信履行政府机关构司法或行政契约记录及资通安全管理维护记录或稽核结果报告等七项因素进行级别认证。依国防产业专长领域项别实施级别评鉴审查，符合者区分为甲级、乙级及丙级。明令厂商合格证明之废止事由，以落实国防安全管控，并保障厂商履约品质。列管军品厂商安全查核办法，针对合格厂商及其下游供应商定期、不定期办理人员、设施、资讯系统等安全查核。建案单位将特别保密条款纳入招标文件及契约书，作为定期及不定期安全查核范围。合格厂商及下游供应商、厂商涉密人员受国家机密保护法、两岸关系条例规范，纳入出境及进入大陆地区管制对象，并依契约书办理管制作业。列管军品安全维护申请办法，合格厂商研发、产制及维修列管军品而无法自行安全维护，经审认同意者，得向本部申请安全维护。安全维护范围包括列管军品研发、产制及维修设有生产地区、厂库及设施备，以及需由军方协助之履约标的、测试地点，规范厂商应就安全维护负担协助执行费用。列管军品技术文书图表输出管理办法，列管军品或其研发、产制及维修相关技术申请输出事由，限于销售、参加国际竞赛展示及军备交流等事项，如涉其他主办机关权责，应会商办理。列管军品合格厂商奖励办法，明定政府及行政法人针对合格厂商发展国防产业绩效卓著、有特殊贡献，经主管机关认定有助于国防产业发展等，得以捐补助资金、技术投资或授权，优先采购军品，提供融资及优惠利率等方式奖励。列管军品测试协助申请办法，订定厂商申请军品测试协助应符合之条件及范围，及不受理申请测试之事由，并规范申请测试厂商应负担协助测试之费用。二等三等列管军品最有利标评选基准，订定评选项目包括国制产值比例、厂商级别加分、合理成本分析与外国厂商工业合作额度及项目进行综合考量及其配分基准。三、后续法制作业，依据本条例第20、21条规定及立法说明，本条例公布后两年内完成授权订定法规等配套措施，并向厂商宣导给予一定准备时间，故上述军品范围等八项配套法规于109年6月底前完成发布后，规划于下半年更续测定相关细部作业流程，向厂商宣导说明、办理教育训练等准备工作，并将于109年底呈报行政院，建议本条例母法自110年起施行，同时接续及展开厂商资格评鉴等作业。四、结语：政府已将国防产业列为5+2产业创新计划之一，并纳为重要施政方针，为厚植国防自主实力，本部透过国防产业发展条例制定，吸引国内厂商投入国防产业供应链，同时借由技术移转等方式，克服研发瓶颈，带动厂商升级，厚植国防产业能量，降低外购依赖，以有助建构四足之国防自主体系。报告完毕，敬请指教。好，
非常感谢国防部哈。那另外经济部跟科技部也有一个书面资料，我想就请我们在场的委员参阅就可以了。那另外我想这边先，因为我们另外就是陈以新成委员来到现场哦，那我们确认一下上次会议的议事录，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确认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确认议事录。那另外哈，主席跟各位报告，那由于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武汉肺炎疫情持续，为了维护与会人员的健康跟议事运作的顺畅，自本30日起，院内的规定已发放号码牌，严格执行管制会议的人数，最多50人。请未佩戴号码牌的媒体记者朋友以及部会官员离开会场。号码牌呢，于离开时交回。非常时期，请大家共体时间，谢谢配合。好，那接下来。询答开始哈，本会委员6+2分钟，非本会委员4+2分钟，10:30发言登记截止。那第一位是我们的赵天麟赵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副部长。好，请副部长就备询台。委员好。副部长好，我们是针对先前我们从中科院也好到后备战士也好的这个禁管的部分，有一些后续的建议，那也希望说可以把制度再建立得更完整了。谢谢委员。那就中科院的部分只剩下一个部分哈，就是先前为了专案揭秘查核，那在108年10月18号有禁管上架的其中一员哈，那其中一员呢在12月23号有函请军备局协助执行专案查核，那至今当然还没有调查完成。那该员在10月10号到17号赴中国，那11月的时候接办机密业务，那安全查核还没有完成，那就已经揭秘了哈。那后来我们了解该员是参加鹰隼专案，所以我们就会有点担心，因为那个是我们国家目前很重要的机密的重大专案哈。所以我想请教副部长，国防部该如何应处？那作为安全查核单位，侦探局是不是也应该查就是清查其他专案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我想请教你们的做法。好，我们这个人员现在已经调离计划，那侦探单位呢现在正在查核之中。那事实上他这个人员的揭秘我根据他们的说明事实上他揭秘分阶段的，他第一个阶段事实上在做那个训练，职务训练，所以并没有得到核心的这个机密的这个任务，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把他调离了。那侦探单位查收是不是请侦探局委员好，我是侦探局局长简世伟。那针对这个有关这个委员所指导的这些，我们都按照查核的这个规定来详细的查核，绝对不会有问题。好，现在说我们凸显这个问题了，那请你们了解说中间可能会有时间差，会有空窗期，导致说在这个禁管跟揭秘之间，请要把它衔接起来，是要无缝接轨了。谢谢委员。那接下来我们上次最后的时间来不及问，所以我得到的答案其实很片段。后来我们就再组合了一下，发现还是有一些可能要提醒跟缺漏的部分哈，就后备战士的禁管问题这样哈。那后备战士的禁管问题，当时部长他的回答是认为说绝对比照现役人员，所有的规范都按照现役人员来进行管控，可是我们看到事实不太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后备战士的全院禁管是这样子吗？我们看到陆军、海军、空军后备宪兵资通电总共大概100-200人里面有禁管的，目前只有2位，只有2位哦。然后呢，这2位呢的部分呢？比照现役人员的情况好像并不是如此，也就是说大家平常除了这2位以外，他只要出境，不管是去中国大陆、港澳其他国家，其实他你们也会不会知道。好，坦白讲，然后再来我们看到我们国军109年后备战士自愿短期在营服务的实施计划，因为他这是个法源嘛，然后呢计划里面他有提到说中国港澳跟涉密人员，其实这计划已经跟现役人员有所放宽哦，因为对其他及港澳的部分，现役人员是通通都要申请的，可是后备战士其实像服役单位报备就可以。好，这个是第一个已经放宽了。那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呢，他还是比照现役人员哦，就是你都要按照现役人员的所有的规定来去进行，然后呢涉密人员那就更不要讲了。可是呢目前的执行情况，我们问完所有的军种，只有涉密的人员好像要禁管，没有涉密就不禁管，所以他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松散的开口了哈。然后呢即便是有涉密的，里面有4位涉密，也只有2位禁管，然后呢其中有2位就是编号第2跟第4的部分，其中有一位编号第2的中校，他已经没有禁管长达2年了，他现在还在飞我们的
F-16 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说我想要表达的都其实跟中科院意思都一样，就是说你们有一个这样的想象嘛，要不然部长怎么这样回答？他代表他想象是就照这样子，可事实上有漏洞，就是还没有补起来这样哈。那所以呢，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就直接回到法律论法律，就跟法律师讨论啊。他们建议啊，这个计划啊，到底港澳要不要补起来？这个我们尊重。我先把我的结论先讲好了。其实包括中科院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国防部也好，后备战士也好，如果你们真的认为要分层次，其实你们仔细想清楚，我们也要监督啊，这个层次合不合理啊？哈，如果真的有哪些人基于招募，要分层次，是你们计划，你就把港澳分出来。其实要不要讨论一下？当然可以，但是你们要有具体的论述，为什么港澳可以这样子哈？好，那你要不要分出那个层次或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能让他对我们的回答是说全部都是比照现役军人。可是你们自己已经分层次之后，执行又并不确实，那这样很危险，这样就会变成说这些后备战士到最后带着什么样的状况在中港澳在全世界各地进行，不仅有泄密的危险，他们的安全我们也无法掌握。好，这是我们的本意啦。好，回到这个地方，所以法律师说其实你只要行政契约明定都没有任何违法的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就回到了比较妙的，就是上次我们就问了全动式的韩主任嘛，他应该不是问他啦，是部长请他回答啦。齁，那他就说哦，我们全部都有签约，都比照现役人员。后来下去问了以后，只有后指部有签合约，其他都没有，就只有写申请书而已。那所以这个申请书到底算不算签约，我不太晓得哦，这个可能法律上有疑义啦。齁，那全部都没有尽管，我们刚才已经有讲过了。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们的想当然而跟事实上有落差了，我只是这样讲哈。那自通电军跟海军内部有明定是不能去中国大陆，好，其他没有看到。可是即便有明定，其实也没有尽管了，所以他就要去，其实你也不知道。坦白讲，好。那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说，尽管不是说不能出国，只是请你不要偷偷出国，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了保密也为了你的安全这样子。然后呢，军事机构的安全不容打折，所以请不要重复我们先前在中科院发觉的这个问题。然后最后就是请要求全面尽管健全计划跟契约啦，你有计划嘛，有契约，请把它健全起来，然后比照现役人员，这是部长的这个强调。所以最后请那个谢谢委员指导。那我们现在修订年度的后备战士实施计划，我们将所有的那个后备战士均实施尽管，重新签订契约，还有审定机密等级，那全数完成尽管的传输作业。谢谢委员指导。是准备要这样做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正在做。好吧，我想我的那个用意，其实我再重申一次哦，就是说层次不是不能分，但是不要在没有经过审慎的讨论，自己就去把它分。即便分完了以后，请严格的执行。是，那其实目的就是第一个保障国防机密，第二保障人员安全，这是我们所有的初衷。那我们再次把后备战士的部分跟刚才中科院的剩下最后一员的做一个提醒，这样。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国防部。好，那感谢我们赵天麟赵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林昌卓林委员。主席，我们请副部长。好，请副部长就备询台。委员好。副部长早安。我想关于国防产业的安全查核，其实大家都蛮关心的事情啦。那我看依照目前列管军品厂商安全查核办法草案里面，对于如何认定中资的企业它是用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来去认定，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副部长，就是说你的看法，如果一个中国公司 A 他跑来投资台湾的中国公司 B， 那他对于 B 的这个股份只有占 5%，那这个他，但是他对中这个台湾的这个 B 公司，其实还是有实质的控制影响力，甚至于他又在转公司、转投资 C 啦、D 啦等等，像这样子的公司，在你的认定上面算不算中资的公司？我这边请那个这我们那个鲍委员，感谢委员指导哈。我想我们的列管军品的安全的这个办法哈，它在第二条里面就有定义这个入资，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要遵守我们这个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办法里面针对这个相关的它的这个资本额啊，以及在第三地区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身份的鉴定30%等等的规范。
对对，所以其实按照现在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办法，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一种，它就不算中资了。我们的这一个许可办法里面，它其实对于它转投资第三地再来台湾投资，跟他直接到台湾投资有不一样的这个标准啦。他到第三地去投资，他会看说他是不是有超过30%，或是有没有实质影响力。那而且他如果再继续转投资子公司、孙公司等等，他还是回溯到他最源头的这个中国的公司。可是如果他来台湾投资，他投资如果没有超过30%，那他不也不会，他就不算是也不会去看他有没有实质影响力。他如果在10%以下，连投审会都不会看。所以我在这边要讲，就是说一个公司其实对另外一个公司有没有影响力，股份当然是一个看法，但是实质影响力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包括他对于股东的影响，对于他可以这个任命财务营运人士。或是说包括他在整个这个董事会里面的影响力，这个都是实质影响力的一部分。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光是现在依照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的这一个办法里面，请厂商去保障这个保证签结不是中资企业，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安全上的漏洞。不知道说副部长你觉得，我们会在实质的一个资金的审查，不是光他自己切结而已。对，实质资金的审查其实还是按照现在大陆人民来台许可办法嘛。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一下经济部次长？委员好，次长早安。我想请问你当初订这个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的时候，把到这个境外第三地去成立公司再来台湾的这一个审核方式，跟直接来台湾的审核方式不一样的原因，大概是什么原因？我想直接跟间接的部分，它有不同的一个这个管制的范围嘛，那当时在思考过程当中，就是因为直接跟间接的部分它走的路径不太一样，所以有这样不同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范畴进行。对，其实主要是因为它到第三地，我们查核上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弄比较严格一点。来台湾的话，我们某种程度让它，我们认为说我们在台湾发现问题，我们直接处理比较有办法，所以相对来讲比在第三地还要宽一点。那所以好，那次长请回哈。所以副部长，我其实要跟你讲的是说当初会订这个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它有它自己本身过去立法的背景，以及从产业面它的认定啊。但是跟我们在国家安全上面认定不一定是一样的标准。你在产业上面有一些某一些事情，可能因为它这个我们认为查核上面，或是在产业上面的直接进入这个去介入了解的这个机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订的不一样宽松的标准，对直接来台湾投资跟他到第三地投资，我们有不一样标准。如果我们现在处理这个国防产业的时候，我们完全套用当初的脉络，这不一定合，也不一定会保险。所以我是希望说，国防部现在不必，我当然知道说现在已经我们的草案已经出来，但是毕竟还没有到这个还没有到这个时间，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去修改。我是希望在这一块，除了用现有的办法以外，我们要增加国防部自己查核的一个更严格的标准，是不是可以？是可以，谢谢委员。其实我们在这个查核里面，不光是资金这一项而已，我们对于查核对象的方式、时机、项目、程序内容会做实质的查核，所以认定多面向去认定。当然，就像委员讲的，现在我们只是在公告期间，各界的意见，包括委员的意见，现在反映出来，我们都会参酌来做进一步的修正。因为在公告期间，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呐，尽量的去收集。像我现在在讲另外一个隐匿的方式，这也是之前被发现的啦，就是说依照现在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有隐匿的这种方式的。例如说，有公司，中国的公司跑去香港或是新加坡，他委托，他拿钱委托那里的证券公司，再去开另外一家公司来台湾投资，那看起来是那一个证券公司的名字，而不是背后的这个中资。后来当然因为有人来爆料等等，那我们不能去期待每一个案件都有人爆料啊。所以过去这个许可办法，它有它自己立法的脉络，跟我们现在国家安全上面的需求的严谨度不一定一样。另外就是以前的这个办法也已经发生了很多隐匿的情形，应该把这些隐匿的情形全部收集过来。那
经济部自己本身应该要做的弥补的漏洞，这是经济部的事。但是我们现在在讲国防产业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马上在这个时候奠定，我们就不要完全按照他们的，我们自己要按照的更严格的这个部分，就应该要赶快来处理啦。谢谢委员，是我们会这样做。是好，最后剩下一分多钟哈，我还是要跟那个副部长稍微请教一下啦哈。这个是之前其实我也有咨询过，就是关于安全调查办公室的编制，现在看起来还是16人，是不是还是16人，还是有没有增加？包委员，我们未来就是按照这个未来调查的一个能量啊，我们适时会来增加人数。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安全查核办法第三条第一项其实有明定，就是说国防部应该对参与列管军品的这个厂商还有中下游的这些供应厂商进行实施安全查核啦。因为当初我们在质询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这个方式，虽然我自己还是有疑虑，就是说由这个厂商本身再去这个查核他的这个中下游。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国防部主动也可以参与这一个查核，那我觉得16人可能就不够，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扩编？鲍委员，这个16人是初步的一个，比我们这整个的办法在推动的时候，我们会从小规模的逐渐的也演进式的螺旋式的发展，因为这个我们就像委员讲的，这个中间要很严谨，步步为营，所以我们会开始做的会比较针对性的、示范性的，或者是怎么样来推动。所以初步的人员是这样子做。那另外就是说供应链的那个查核，我们会择重点去查，我们也要责成这个所谓的系统商要有责任。是世界各国的系统商，他不是说把东西都丢给人家啊，你去你查完了都不是我的事。是，但我们要培养这种就是权责要相符。对，但是我们会根据他的提报的审查结果，我们再做抽测，是，所以做验证，我们要把权责要这样。到时候这几层的查核里面了哈，我希望不会是说国防部要求厂商出具一个说不是入资的这个切结书，结果他这个上游厂商又是叫下游的也出具切结书，每一层都是出具一个切结书，好像就查完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当然会很担心这个安全上漏洞可能会有很多。所以我们要从逐步的从小规模开始，这样深入的去把问题验证出来，这样是。所以至少不会说一直都是维持16人，不会，有可能会跟根据对演进式的发展。因为600个厂商以上的话，这个我想这16个人来做这个查核，用想象的还是觉得他有他自己这个能力上面的一个限制。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我都提醒过了，我也看到这种问题。是好，谢谢副部长，谢谢市长。好，谢谢林长左林委员，来，部会首长请回哈。那接下来请我们江启臣江主席。好，谢谢主席啊，请邀请副部长，还请我们副部长就备询台，军备局的局长，委员好，好，那个副部长好，我们今年的军购啊，对外采购的量跟金额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现在啊，现在对外采购的还没有交货，还没有完成交货的。今年对国外军购采购的量，对量跟大约的量跟金额有没有？量今年已经降低到170几亿了，170几亿了。那对国内采购已经增加到600多亿了。好，那也就在这5年当中，已经提升到180几%了，也就在国防自主之后，国内采购的比例已经增加很多了。那国外采购啊，这个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有机会国外采购能够尽量减少。对，在国防自主的这个条件底下，特别向委员报告。那尤其现在的状况啊，为什么我特别问这个？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我们主要的采购来源叫做美国。美国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全球几乎是重灾区，最严重的。好，不管是确诊率、死亡率，而且严重影响到美国的经济，还有产业。我想包括国防产业在内。对，所以我想问的是，在你们的采购项目中，请问会不会受到这一次疫情的影响，而延宕了交货的时间？目前都不会。你确定？因为你确定吗？不管是发价书或是各项履约的条件多持续的，你真的是这样讲吗？你要确定哦。鲍委员，我们今年度的哈，
今年度的这个料件大部分都已经到期了，因为在执行了。那我们在对于明后年的，我们现在正在，因为这里面很多哎、欸，对，包括半成品，你包括原物料，是。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个案件哈，我们现在跟他就是在确认之中。那因为现在疫情还在发展，什么时候？而且这疫情还没结束、啊，对，这个疫情是正在快速蔓延、扩散当中啊。以美国目前的管控的能力啊，我们很担心。是，所以为什么提出啊？因为这绝对影响到你的交货期程了。是，啊，你的制造地，我请问你哪一个制造地没有被波及的？在美国哪一个地方没有被波及？你告诉我，不会影响到他们上班吗？连五角大厦都被感染了、欸，你们现在大概也没有办法跟他开会，也去不了，他们也来不了，对不对？双方的人员根本没办法接触嘛。所以你说不会影响进度，不可能。所以你们要评估啊，这些料件、这些半成品，你们的交货是不是如你们所掌握？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什么签约的问题啊，对不对？你跟他采购都有签约啊，那、啊、请问延宕了，这算不算违约？还是算什么因素？哎、欸，你们准备好了没？包围，对不对？国内厂商或许没有受到延宕。可是你很多半成品跟国内的这些搭配，它万一来慢了，你就影响了、啊，怎么会没有影响？好，那后面要不要求偿？可不可以求偿？可不可以？因为延宕的关系，我们请采购是啊，说明一下。包委员，我简单说明一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最近有下一个指导，就是履约中的案子，不管国内外，对，如果厂商有因为疫情提出来展延履约期限的这些要求的话，基本上是以这个契约条款里面不可抗力的方式，所以算不可抗力嘛，是，所以我这是要厘清嘛。那至于期程跟这些，我们还是要协商，跟厂商协商，所以你要跟他重新协商，是好。那所以目前有没有已经国外的厂商或国内的厂商来要求重新协商日期的？目前国内的厂商有十几家，不是国内，那国外的目前没有，国外目前没有，是，那没有你就要更担心，是，为什么？他不会啪突然就来了，因为他现在这个疫情真的是扩散蔓延的很快啊，好，所以你们一定要先预判，有些重要的零组件什么，你们先去问吧。是，看看会不会 delay。是，谢谢委员，我们已经在我的掌握当中，你们有一些可能就要被 delay 了，只是可能还没有正式告知你说，哎，我们要跟你重新来谈合约，所以这些你们要先准备，先掌控啊。是，谢谢委员，好不好？好，再来安全查核，刚才也提到16个人到底够不够啦？好。安全调，因为什么啊？人绝对影响到你的速度，是，也影响到你的骑程，是。因为我看啊，你们对于要用多少时间来处理这个安全的查核是没有详细规定的。我请问你，你们只说要去查的话，2个月前要告诉人家嘛？但是你去查了，到底多久能要完成呢？你的办法没有写。你多久要完成？2个月吗？超过2个月吗？因为如果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51条是规定哈，行政机关对人民依法规之申请，除法规另有规定外，按各事项的类别订定处理时间公告之。如果没有照规定来办理来规定的话，它的处理时间是2个月。但是你们的办法哈。你们的办法目前在安全查核办法里面并没有写到你们多久内要完成了。鲍委员，那个我们安全办法第3条里面的第一项第一款有，他说完成级别鉴定之后3个月之内完成安全查核。所以这是级别鉴定嘛？级别鉴定完了之后的安全查核就是3个月。所以你有3个月的安全查核时间。是。那这个3个月的原因是因为你人力。所以定3个月，我们先这次办法，我们先暂定3个月。这可能跟未来我们实际执行之后哈，我们再看演进是怎么样做调整修正。所以3个月内完成安全查核，是用你现在16个人的人力，是目前是这样规划。对，但如果人力不够，因为你现在有200-300家嘛。对，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开始申请。我们当初你们在。报的时候，还有你们初步估计啦，初估的时候是大概两三百嘛，是两三百的情况，
每如果都是三个月的话，你要查到什么时候？是。要查到什么时候？鲍委员，我们好，这个执行的过程中间，我们会做螺旋式的调整。这人力我们也会做。这个你们要先去准备吧。是是是，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那这样的话，你有人力有限，然后查核时间又那么长，那就会影响到查核的结果啊。是。他最后是不是就稀里糊涂？反正能过就过了。我们会增加人力，如果量大的时候，我们会增加人力。不止增加人力，而且是要有能力查核。是是是是。那我不是说我把人放进来，然后就代表说，哎，我这样就有详细做查核的，因为安全查核是当初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的顾虑啦，是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这一块啊，是啊，因为你还这个还涉及到后面的奖励耶，是，你看安全查核不够严谨的时候，结果他进来你还给他奖励，是，哎，那有时候你都不晓得谁进来了，是。好，所以这安全查核其实我认为反而是在这整个办法里面最重要的一块。谢谢委员。如果你安全查核不够严谨的话，那会出问题。是。然后这个也联动到什么？列管军品合格厂商的奖励办法。为什么这样讲？我请问你在你们的中科院里面有没有政风处？我们有，哎，督察室，我们有督安室。你们的督察安全？督察安全。督察安全室是不是？叫什么？全名叫什么？就督察安全室。督察安全室，请。那督察安全室是什么人在里面？你请。退休的政战员。退休的政战，你请就位啊！保防监察。是的，以过去有没有办过什么案件？过去以来，你们有没有办过什么内部的这个？有所有送检调的监察的很多。很多啊，多到什么地步？大概每一年大概在4到5件，4到5件。那你们每一年对外的采购案有多少？每采购发包委外有多少案？上千是。然后每一年4到5件送检调，就是不是送检调，就是我们会有问题会查核，因为购案在执行的过程中，你们有多少人？现在大概将近有50个人。50个人。是，人力够不够？那目前还要再增加，还要再增加，因为保防的部分还要增加。因为我们在外面其实都不难听到中科院，在承接国防部的一些军备投资案的时候，都会找自己熟识的厂商优先。好，换句话说，这会让他觉得你有裙带关系啦。啊，不管是技术合作的，或者是供应商，这样子的声音在外面是普遍听到的。鲍委员，我们是有供应商的查核机制。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说你找来的，抱歉，好，没有办法去避免你找来的跟你们会相似。但是你这个制度啊，必须要建立的非常完整，包括事后的这一些政风上面的查核，好，你才能够取信于外界。甚至在你现在国防产业发展条例第12条奖励时机、对象、条件等等这些办法，你的办法当中现在都很模糊，到底谁能够得到奖励，谁又能够应该被奖励？你可能就是比如说发展国防产业绩效卓著啊，邀请专家，又邀请专家学者来审查这一类的，我觉得这个都会让人家觉得模糊不清。所以你模糊不清的时候，你后面这一个稽查如果没有，我跟你讲，你是大开后门，甚至让人家觉得你一天到晚都会涉及到什么利益冲突的问题。所以你有没有吹哨者机制？有。内部有没有吹哨者机制？目前都有。吹哨者就100万放在哪里？是放在这个你即将要定的国防产业发展条例的办法当中。不是，这个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管理机制。内部的管理机制是。那在这个未来的实施办法，就是这个奖励办法里面要不要放？这个是两件事情，因为这个实施办法是国防部，不过委员的意见我们会会参考。因为江议员时间超过很多了，不好意思，我最后一分钟，最后是中科院，你们是行政法人，你们并不是政府单位，是，所以很多时候你们并不适用所谓的这个政府采购办法的管理。对，有那个对不对？自然的是不适用，很多是不适用。科研案是适用，所以在尤其这种不适用的状况底下，难免都让人家觉得你有没有黑箱，
甚至有没有是靠关系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质疑里面必须想办法去除，甚至你必须要补救的机制，不管是吹哨者还是你们的政风单位，要怎么样能够严谨的把关这一块，否则永远都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不是找你熟悉的人，这个我们听到很多，好，那这个对中科院不好，对我们要来进行的这一个合格厂商的奖励也不公平，所以请你办法里面这个要列清楚。是，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江启臣江委员江主席。哎，各位官员请回。好，接下来请陈以信陈委员。谢谢主席啊，我请这个副部长，请这个军医局局长，请这个军备局的局长。好，请相关官员就备询台。直接听一下。委员好。哎，副部长好，两位好。我想请啊，这个国防部啊，是不是能够确实掌握美军罗斯福号还有这个雷根号航空母舰的这个疫情哈、啊？因为他们上面的疫情的蔓延哈，对他们的战力跟战备哈，一定会造成一些冲击。尤其美国国防部啊，部长他这个前几天已经下令美军在这段60天之内不可以移防哈，所以势必一定会对西太平洋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我这个地方要请国防部哈，这个还有我国军啊，必须要提升戒备，好不好？是是，好，那这个只是提醒你们的哈。我现在主要问哦，是这个第二章哈，来下现在哈，台美的这个防疫的这个合作哈协议啊，已经签订了哈，当中哈并没有写到军事的合作，可事实上也没有禁止哈，所以我这边要说我们这个疫情的合作有没有可能哈扩大到这个两军之间，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在关岛罗斯福号停在那个地方，他们针对各种这种防疫的物资哈，这个有没有可能哈，我们这边有没有跟他们联系，是不是有所需求，有没有可能我们台美的这个疫情的合作扩大到这个军方的两军之间，有没有可能送防疫物资到关岛去协助他们对抗疫情。委员现在所有疫情的这个指挥是中央疫情防疫情中心来做指导，那至于说这个物资的这个我们之间两军的这个军医的合作，我想我们以往都有合作，长期以来都有合作。这个部分哈，当然你们今天国防部如果有这个可能，你们当然要去提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报啊，因为他们本身是做决策啊，他们做决策不会主动帮你想到啊。但是现在美军跟我们在那个地方有确实的军事的这个交流啊，所以如果你们都没想到，他怎么会帮你想到呢？所以我现在帮你们想这个可能性在，如果你们评估可以，你们要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来做建议啊。是，谢谢委员指教。是，所以有可能还是没可能？我们可以去中央疫情中心来做一个反应。好，所以我是请你们哈，就这个可能的做法哈，因为这也是拉近两军关系哈，事实上也是协助西太平洋的稳定哈，所以请你们主动的来研议哈，可能的做法啊，向中央疾病管制中心提出这个建议好不好？在我们防疫物资充足的前提之下，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啊，协助美军在这个地方防疫，我相信对两军是有帮助的哈。好，我们现在直接进主题哈。有关于这个国防产业发展条例的各项办法，你们六月就要公布施行了哈。那这其实八份办法我都看过了，好，那其中我认为有一些问题要解决。首先呢，是关于厂商，你把它分成甲乙丙三级，对不对？你把它分成甲乙丙三级，这个主要的差别是在于你们的最后一项办法的第17条哈。你们说这个第二三等的列管的军品哈，在决定最有利标的时候，厂商的级别会加分，所以你前面分甲乙丙三级的目的，其实不是针对一等的列管军品，是针对二三等的列管军品。二三等的列管军品在决定最有利标的时候，厂商级别会加分，这分数差多少？来，根据你们的这个哈配分基准的草案第5条。厂商级别加分评选项目的比率或比重，不得低于10%，而且不得超过20%。所以说最多可以占到多少？最多可以占到20%，对不对？换言之，
如果厂商被认定他是甲级，或者他被认定是乙级，就会差很多，在这个分数上就差很多。好，那你怎么分甲乙级呢？来，你们是根据级别认证的评鉴管理办法，这个第五条第三项，这个第三项写什么？他说由公正第三方所组成的评鉴团队来区分甲乙丙级。好，公正第三方组成的评鉴团队，那你们这个级别的这个评鉴表呢，事实上呢有七项标准。哪七项标准？科技水准啦，经营规模啦，国内产值啦，产学研合作啦，外国厂商合作啦，履约记录啊，自然防护。而事实上你分甲乙级哈，你这个地方呢七项标准要六项，六 A 以上叫甲级，对不对？五 A 以下叫什么？乙级，对不对？所以七项里面有两项不是 A， 它就不可能是甲级，对不对？好，可是你看到没有，你这七项标准里面有好几项都是主观判断的。科技水准高或低，主观判断。产学合作好不好，主观判断。资安防护行不行，主观判断。换言之，你现在的问题是说这几个主观判断是不是 A， 马上就直接影响到这个厂商你是甲级还是乙级，马上影响这个厂商你会加二十分还是扣二十分，在那二十分里面有很大的范围。换言之，你这个办法实施以后，谁的权力最大？公正第三方的评鉴团队这个权力最大。所以我要问你们，怎么决定谁是公正的第三方？是请说明一下。我们公正第三方啊，由于我们这个国防产业跨航太、船舰、这个陆用系统跟资安，所以呢，它必然是要一个公正的学员单位而且什么单位？由你手上的哪个单位呢？现在初步会规划一个国防产业的这个一个评鉴的一个中心。那原则上我们会希望以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国防大学里面的这一个理工学院为主。那原来他们有一个科技中心里面大概会有200位的这一个一个学者或这个研究单位的，像工研院啊、中研院等等。我跟你说哈，你这公正第三方目前哈都看不出你的详细规划的这个内容哈。对，请你们将书面的这个说明啊送交我办公室以外啊，数百家的国防的厂商哈，其实都跟你这个公正第三方息息相关。是，你这第三方的一个评鉴结果就决定他们的生死。好，甲级以及丙级，尤其这么多主观的判断，你如果说其他的那些这个投资的规模或什么，那个都是客观数据，可是你这个主观的判断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啊，就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啊。所以我这边要提你们注意啊，将这个东西特别是，但我最后还要问一个问题啊，对不起，包伟容我一句话就 好，但是我这七项问题，我这七项因素啊，从第七条开始，每一项七项因素还有附件一的评分表，比如说科技水准，它没办法主观判断，它有八项的考量因素。我举例哈，所以请委员放心，我们最后还会再。其实都看到了，那个技术被那个水准，其实都有一些主观的认定。书面资料我们再补齐哈。最后就是要问你说哈，那你还有你分成三等军品，第一等跟第二等跟第三等的军品哈，那差别在于哈，第一跟第二等，因为第一等跟第二等呢，它可不可以用限制性投标？关键在这边。那你的区分标准在哪里嘞？你的区分标准事实上啊，是在于你那个技术备变的水准里面的第七、第八跟第九项，对不对？第七跟第八，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完工合格的系统通过测试跟展示，第七跟第八级这个都算是一等。但是如果到第九级，系统已经经过成功的通过作战任务的时候，就变二等。如果是一等就可以限制性投标，如果是二等就不可以。而这时候差别在哪里？到底有没有成功的通过作战任务？问题就来了。你怎么认定什么叫做成功的通过作战任务？是你的汉官演习叫做成功的作战任务，还是美军的在中东的战争叫做成功的作战任务？这个认定怎么认定？有关技术备变水准，它是评鉴一个关键技术的一个成熟度。所以说我们第一级一等的列管军品跟三等的列管军品都是以技术备变水准来框列，重点是一二等之间呐、啊。一二等之间，它都很多都具备有能力的，那一等是具备有潜能的，所以三，你的潜能就是说它还没经过作战任务嘛？对，还没有作战。
测评的经过。对，哦，我就是问嘛，那这个成功的通过作战任务是什么任务？是你的任务还是人家的任务？是我们的汉光演习的任务还是美军的？规格的作战任务。报告委员，我们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 IOTN 的一啦，初期作战测评，这就是我们一个分水岭。啊，这个初期作战测评完成之前呢，都是在研发阶段。这边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我是经济学者，这有个道德风险。是，他们根本不想要通过作战任务的评比，这样才能够一级限制性招标啊。不，他不，鲍委员，他不通过一级作战测评的话，他永远不可能变成产品。不，你有一等精品跟二等精品啊，是，一等跟二等的差别在于他有没有成功通过作战任务的认定啊。是，如果他没有通过，他还是一等啊。他在工艺工，就我们叫工程发展了，是。他一等的列管精品，他只具备潜能，对，所以他的技术备变水准到七到八十等，没错，他只发展到工程发展阶段，对，他还没有通过作战测评。这时候他只要不去参加作战任务，他就可以继续限制性招标，对不对？没有，选择性可以参加选择性招标跟那个其他优惠的招标是以二等跟三等为主。对啊，所以他希望留在一等。我这边要提醒你们有这个道德风险，请你们好好思考了。是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陈以信陈委员。来，各位官员请回。接下来请何志伟何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张副部长，还有请张副部长，谢谢。还有哪位次长？不好意思，林次长，经济部林次长，经济部林次长，谢谢。哎，谢谢哈。根据我们这个经济部的报告内容，经济部目前促成我们的汉翔公司跟国内118家的这个业者签署相关的合约，那要发包相关的机体零组件，还有相对应的这个模具订单，那累计的金额呢已经来到将近88亿，那未来呢可以创造航空就业机会来到1000人，那我想先就教一下我们经济部这边，我们说这里总共有170家的厂商参与，那其中有118家是经济部自己促成的，那还有剩下的这50家就是中科院跟汉翔辅导进入产业链。我想请教一下经济部到底做了哪些措施让这个比例这个成果这么高这么的悬殊呢？我跟委员报告，基本上这是需要有一些能力的建构。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透过我们经济部辖下的技术处或者是工业局他们的一个专案计划来协助这些厂商能够建构这个相关的一个高教机的一个这个机体结构或者是发动机的这样相关的一个的生产制造能力。我想这个部分就是经济部最主要的一个好我要说的是说你这是过去的成果嘛，对不对？那未来要创造3年创造1000人就业机会，就是说过去现在跟未来全部搅在一起，那我很好奇这之间过去跟现在之间的关系依据是什么？是我想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在国防产业的发展就是用国防的一个这个采购来带动我们国内的一个生产制造能量，一旦这个生产制造能量透过我们参与国军的相关的一个这个装备或者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战机的一个生产之后，他们有能力的部分就可以去拓展国际市场。我想这个部分的一个过去现在的连结是从国内走向国外的方式来做分析的。好，我要问一下东西哦，就是说我们看到国防部他的出产的报告，就是说相关军品列管的条文都还在公告当中，6月底前才会公布嘛，所以那都是过去的，那你怎么就把过去跟未来全部搅在一起？那我们再看到经济部他的说法，我们看到你们的报告总共有4点，第一点，经济部我们曾经参加过会议。第二点，经济部我们遵照国防部的决定。第三点，我们遵照国防部的决定。第四点，未来我们会
给予补助哈。我之前其实在这边有质询，然后有这个主席说需要翻译，现在我也需要翻译一下下，就是说想请教一下我们经济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根据条例、根据现况，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因为军品的这个列管的相关法规六月才会通过嘛，那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里面有让我觉得，有报告不实或者报告膨胀碰轰的感觉，是不是？请回应一下。哦，是我想那个刚刚委员所提到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现在国防产业发展条例里面总共有八个条文，是要设定这个相关的执法。所以刚刚您从报告里面我们看到，我们配合国防部跟国防部合作的部分是针对这个八个一个国防产业发展条例底下的一个这个执法，我们跟他一起合作来订相关的一个这个相关执法的一个内容。我想您刚对你在说报告部分就这样，你在讲的是法规的部分，那我讲的是实际上面促成产业之间的这个的循环是要说明好吗？那因为在这个您刚刚提到这个高教机的部分，它事实上的采购案在之前就已经这个成立。那这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积极的跟国防部合作，来透过我们所辅导的一个已经建立的国内的生产能量，来跟这个汉翔或者是国防部这边合作，来就高教机的合作。所以那是购案在之前，我们就去一起合作。但是国防产业发展条例底下的一个这个发展，它过去会依据过去的一个基础来拟定是相关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执法的定定，我想这关系可能是会这样的一个。对，都在讲法令，但是我在讲实际生产的部分。是，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一个已经绕第二圈了哦，你要再绕第三圈就不好了，好不好？不，委员，这应该是说时间上有先后嘛。我们的军机采购是在之前嘛，那之前就必须要去拟定它的一个相关的生产能量的一个借接嘛。那我刚刚跟您报告说，我们的报告里面就是之前，但是我很期待你们的报告是不是把过去的成果跟未来预期的成果应该要做很清楚的分割，而不是全部把它搅在一起。是，我想你刚刚你已经快要绕第三圈了，是我们绕来绕去其实就是你报告乱写，好，这个有乱写的嫌疑，绕来绕去。现在接下来才是我真正要问的东西了，就经济部现在的资料，我们到底协助多少家厂商取得国外的原厂认证？这个是不是请就教一下，先回应一下？哦，跟委员报告，多少个厂商取得国外的原厂认证？这个请精准回答，谢谢。是我想我们透过这个工业合作的实质的，先给我数字好吗？是，谢谢。我们透过工业合作的部分是去引进我们国外的一个这个试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认证了哈。那工业合作这边过去有过去有将近32项的一个部分来处理，32项，对 ，OK， 这是过去这32项是多少时间点取得的？我想这是从104到108年这边我们投入工业合作部分来做相关的工作，这才是实质的你应该要报告的内容。还有多少这厂商呢？他依据我们的国防产业条例来申请来推广我们这些贸易业务的这些相关的补助。因为国防产业发展条例是在去年的一个6月19号颁布嘛，这个部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跟国防产业那个这个发展条例这边做相关的一个。对，这才是痛点嘛。那应该在报告里面就要很清楚的把它点出来，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国防部哈，我们5月份哈通过这个条文，那6月由总统来颁布实行，那快要满周年了哦。想请教一下哈，我们国防部跟经济部，你们有没有听到业界的心声？其实大家参与的意愿并没有这么高，业界产业参与的意愿不高，你知道哪些原因吗？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间都有邀请业界来做一些讨论，有些是受到很多的压力啦，那有些是否有给他们公平竞争的空间出来？你要不要把问题先在这边很笼统的讲清楚？为什么感觉起来动能不足？是哪些原因？鲍委员，其实国防产业啊、它是个高门槛的一个产业，它量少值高，市场小。但是呢，这个投资成本高，事实上这本来就是个，不是一个普遍大众都能加入的一个产业。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说我们要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啦，是这也是一个实质，我们在这边需要扛起责任的问题。是，所以你点出问题来，是量少值高，然后它的毛利率不见得高，是不是？是，它毛利率很高，但是呢，它的量很少，而且要投入很。
多的时间的这个研发改进，那所以我们才有所配套措施，包括这个奖。既然我们要发展我们的国防自主，还有把它做成一个经济的产业，是那包含我们跟美国还有很多相对应的民主国家一起都在合作了，对。那现在缺了哪些东西？为什么业界普遍参与意愿不高呢？我们了解的部分业界事实上参与的，他们是积极的想要的，要积极的准备要参与。那所谓不高的，可能有一部分还不太了解这个机制怎么运作，或者是我刚刚讲那些原因，他们也在考虑之中。那这我们要透过宣导教育，所以我们这接下来会有很长时间跟业界去做说明，也听取他们的声音。好，我很期待啦，这个数据一定要赶快追进，而且我们就对照其他有在做武器的国家，这样的金额其实是相对很低很低的，好不好？以上，那最后一个问题再就教一下，一分钟哈。针对我们的战斗平板，现在我们要用那个处理器改到 i3， 然后重量已经没有无限量嘛，电池只要是非中国制，在外界有些疑虑，是否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好吗？谢谢。委员好，我是联谊市长。有关于战斗平板，我这里先向委员做个报告。去年我们推行之后，在基层连队经过验证之后，基层连队的官兵基本上反应是非常好，它可以解决基层连队的一般性的事务性的工作，把之前的表部册这些东西纳入平板做一化的管理，可以解决部队的防蛮乱这些事情。那针对平板的规格采购的部分，那我们目前所出的都是初步的规划，在处理器上面基本上要在 Intel 的官方网站上面来讲的话， i3 比 Pentium 它的处理效果跟运算的效能功能更强，所以我们把这个处理效能较强的 i3 含它以上的等级，然后我们列入在评选。当然我们这个整个的话都必须要满足所谓部队在使用上面，所以它必须要有 IP65， 就是防水防震的一个基本的功能。那第二个在电池的部分，电池我们还是跟去年一样的规格，并没有调整啊，非录制。那未来我们也会结合国防产业条例这些，那以台制台厂为优先，然后以扶植国内的厂商。那至于重量的话，要跟委员做个报告，原本的平板它是十寸，那今年因为部队有回馈有建议，官兵希望它能够提升，就是由十寸原来的十寸，未来我们会朝向提升到十二寸，十寸到十二寸之间的这个等级，所以相关的重量，然后因为效能的提升，当然我们还是以未来评选的时候还是会把轻量纳在评选，由各评选委员来做。好，以上报告。我了解，里面还是守重我们治安安全好吗？以上谢谢，感恩。好，谢谢我们何志伟何委员，来各位官员请回。好，我们科技部正式要先离开嘛，是不是 ？OK， 好，麻烦你了哈。哎呀，刚才都好像没有询问过你呢。哎，好，你来啊，那张拍谁？好，次长，谢谢哈。那谢我们的代理就是我们的主任秘书陈忠全，陈主秘嘛哈。OK， 好，请问好。接下来我们请罗志正罗委员。谢主席，可以请副部长。委员好，部长早。部长，我们去年在讨论国防产业发展条例的时候，副部长全程参与嘛，哈，所以对这个过程也相当了解哈。事实上，光是发展条例本身不足以撑起整个国防自主，真正的关键是在今天讨论的8个办法，因为这办法规定的未来实际上怎么做。所以产业条例是一个大方向，是一个原则，是一个立场，是一个政治的宣示。可真正能不能成功的关键在今天讨论这八条。但是坦白讲，时间不够了，6+2是不够的了哈。如果照理讲，是一个办法就一个专案报告才对，因为每个专案报告背后所代表意义是不太一样的哈。但是我们就一些大原则跟副部长讨论一下哈。部长，副部长，当我们在讨论这些相关办法的时候，理论上来讲，每个办法制定之前先定定原则，就是那个制定这个办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比方说，我自己想了一些，有些办法它的重要原则是国安。贯穿所有的办法制定的内容，有些是透明化 （transparency）， 有些是用经济规模，有些用成本，有些用潜能等等，这几个原则是贯穿每个办法。所以我在
看每一个办法的时候，我试着在里面没有告诉我情况之下，从里面找说到底你这个办法当时在讨论的时候有没有先讨论那几个原则，然后再看有没有违背那几个原则。我举个例子好了，那个副部长，甲级乙级跟丙级差别在哪里？分数高低。是我们有一些很像评选因子，有很多评选因子在里面。我知道，對對對，就把分数加在一起，有几个 A 之后就是甲级，几个 A 就是乙级跟丙级嘛，对不对？是。我们当时是这么讨论的吗？你记不记得？是要把学生或厂商分 A、B、C 三级，或是甲、乙、丙三级吗？因为你后面的所谓的可不可以来承接政府的案子，涉及到要不要加分的问题，没错吧？是。那我问你，如果有些产品它只要丙级就够了，更不用到甲级，甲级要来标，我跟你讲，丙级永远骗不过甲级，你要加分啊。那我就是一般的产品，我哪需要到甲级？可是甲级大小都吃，就好像什么人都拼不过中科院一样。哦，鲍委员，没错啊，书有专攻，你们甲级可以加分的。不是，鲍委员，实质上面每一个公司它里面它都会有一个经营的主轴，它不会去做。你怎么知道？对，它因为大的公司里面的成本会高，做小东西的时候，就是因为成本它规模够大，所以去标小的也没有关系，再弄个小单位去标也可以啊。不是，鲍委员，所以哈，您看我们整个，我们会规定丙级就可以，甲级不用来。不是鲍委员，不行吧？所以你看哈，我整个的核心里面精神，它就是一个供应链。大级厂商其实他要找他的，像汉翔一样，他要找他的。这是你的理想化，我现在讲实务上是。当甲乙丙都来的时候，只要我是丙级啊，被哪边移了啦，那甲级拿去了啦，那丙级又没机会，因为这个产品明明只要以丙级就可以啦，不用到那么大规模，搞不好成本更低。它是厂商的等级是一个，其他的它的性能，我知道，价格是另外一個。当都一样的时候，对，甲乙丙有加分的。要是我，因为他过去没有那个规模，所以当我是甲乙丙的时候，我先优先照顾丙的，让他慢慢有机会提升到乙到甲，因为他过去没有承包过政府的大案子。副部长，你知不知道中鼎？一开始小公司，但是要跟政府合作，然后飙到大的，然后有机会有过去的经验，才有机会继续飙更大的。谢谢委员，我们会把这个意见纳入我们现在未来的修订的一个我讲是不定要修订，我只是告诉你是甲乙丙对我的意义不在于说啊要不要加分，他是说有些产品只要丙级就够，丙级来就可以了，而不是说我要跟甲级来拼，那我当然拼不过啊。是，那中鼎永远拼不过大级，因为他从来没有承包大的工程的经验，这样吧，好。你们那个认证条例、认证办法里面，特别一个关键字叫公正第三方。副部长，哪一条处理到公正第三方？有，就是定义、内容、资格、它的规范，哪一条？在我们评鉴办法的这个第几条？第五条。第五条。对。不是啊，你是第五条是要是评鉴别人第三方如何组成嘛？我要问的是第三方。公正地方是谁？谁有资格？谁有条件？谁该回避？就这么简单。这条哪一条？写在哪一条？我们回避有、哦。我们会另外定一个行政措施，但是他是不是为什么不在这条，让大家可以知道啊？是我们尊重委员的意见，但基本上他要考虑到说，他要有一个综合性的能力，好、哦，他能够具备公正性等等。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规划了，我们也可以考虑把它。那我问你，中科院是不是公正第三方？他是我们所有当就是有自身利益的都不是。好，中科院是厂商，对不对？他如果他进来这个条例里面是厂商，没有错。他经常承包里面国防部案子，不是厂商。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中科院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去多公正第三方，是这样子的。对对啊，他是。好，那外面还有谁？啊，外面还有谁？有除了中科院之外，还有我们认为学者、专家，还是退休的国防部官员，还是什么？学台湾有没有那么多专家？学者、专家都有。然后包括工研院啦、中研院等等研究单位，我曾经跟厂商问过了。嗯嗯。然后我想跟你讲，前滩哈、哦、了解我这个技术只有不到两个人，这两个都在我公司。
副部长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报告，那是他讲的工程细节，但是不是工程？但是对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不止他这两个。那你怎么知道？我们讲这种潜力研发的东西，我也有很多那个能力是只有下面两个人知道，但是能不能评鉴他的，事实上是可以客观第三方来评鉴。我现在就是要求说，你们在对公正第三方是他的界定，什么样的人，还有他应该有什么规范是。要写清楚。好的，谢谢委员。不论是在这个条办法里面，或是另外再定，是因为这是大家最以后最可能有争议的地方。是是是，甚至啊，公正第三方把人家的技术拿去了、啊，都有啊。我们现在很多申请专利竟然干这种事情啊。是是，都要小心。好，安全查核配套的部分哈、哦，主责单位是哪一个？政战。政战局，保防处。政战还有保防单位嘛？对不对？处是。你们有这个能量吗？capacity 或是去处理未来这么多厂商动态的安全查核、哦、我现在不是讲是一次性的哦，是我们除了这个现在的能量，然后未来啊，如果是厂商更多的话，我们会按照这个啥勤查的方式，以及是按照这个产发条例的后续的一个规范，我们会加强人力来查核。现在我们要扩充这，政战局有告诉我说不要公布你们的人数啦，但是我坦白讲，你们现在人数啊，光处理军中的安全查核就应付不过来了，以后还有外面厂商，而且是动态的查核，包括随时要不要突检，好，甚至来做一些必要的随时的更新，然后每几年这个量变大，政战局人数是不够的吧？我们要这个单位有一个专责的一个新成立的一个任务，那编制会扩大吗？会，所以在政战局下面会有一个我们国防专责的单位，厂商的查核的这个这一个单位，一个团队是。专门在负责，对对，所以他不做你们政战局其他在军中的西方保防业务，他专责这个啥国防厂商的安全查核。OK， 那这个让我们知道一下，好不好？是，就大概他的编制怎么样？是，他的那个成员的组成是什么？是，因为未必能够了解民间一些运作的方式。是，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提高他安全查核的这个必要性。是，可另一方面也不要影响民间运作机场基本的运作方式。没错。好，是，因为这个跟军中管理是不太一样的。是的。好吧，是的，好，时间到了，好，时间到，一分钟，好吧。国防产业机密保护的重点哈，当然很多了，好，你们提到人员查核啦、设备啦、资讯啦、其他等等哈，但是我还强调一下哈，人的部分是关键，对，人的部分是关键，对。可是对于我们军人的可以管理的部分，一旦碰到名人的时候，很多东西真的不太容易。他有没有出国？除非你跟那个出入境管理局有任何的，或移民署有任何的这种连线，或者你不了解的，中资有没有？什么叫中资？什么叫台商的台资？这不能够，未必能够理解的。所以跨部会的这一块啊，不是只有今天来的部会而已，有很多很多部会都涉及在里面。是这块国防部真的要加把劲，是，否则的话，我们做到我们做的部分了。可是跟其他部会没办法连线、没办法同步的时候，很多都是空的、是假的。目前都有在考虑，我们要跟他们有联系。像禁管，我们都要跟军人一样，会通知禁管局。OK， 好，报告，谢谢。好，谢谢罗志正罗委员。来，各位官员请回。接下来我们请温玉霞温委员。主席好，有请副部长。还请副部长就备询台。委员好。副部长早。副部长，这个潜舰国造会不会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有所影响？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报纸，我们有100多位的这种外国的技术员，那已经隔离，就是已经检疫嘛，哈，已经 OK。那目前为止还有多少人在隔离？那还有没有进来的，会不会影响？目前执行正常，细节我请海军参谋长给你做个报告。委员好，向委员报告一下，第一个那个所谓隔离那个说法是媒体的报道，那基本上我们的外籍技师如果说已经在国内的话，都按照相关就是国内那个中央疫情中心的相关的规定啊，这规范在执行。那另外有些厂商因为他们自己国家疫情关系的影响啊，我们都是采用视讯或电话的方式来联系，所以目前进入正常，没有什么影响。可是这个是技术上的，而且还必须当场组装，那这样视讯可以吗？
炮员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哦，所以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技术上我们有在那个视讯上往来。炮员本身我们国内还是有一些这个器械在这边，然后我们自己国内也有一些专家在这边，没有问题。好，谢谢。那我想请问一下部长，副部长哈，我们的这个公告哈，《国防产业发展条例》里面哦，我们2月18号陆续预告，对不对？是。那预告有60天，对不对？是。好，那7月1号要准备先导说明。那这个60天之内，现在已经有40天了，是不是？是。那40天有没有回馈意见？哦，有。我们也有相关的回馈意见。比如说对于我们作业的期限啊，等等，因为我们有一些申请跟核定之间，有一些期限的意见，也有一些实质的意见，有。哦，确实是有回馈的意见。有。我不是怕说回馈意见到时候得罪国防部就不。不会，我们很期盼他的意见。好，那我再请问一下哦，我们的企业要开始啊，就要教育训练，对不对？是。好，企业要教育训练，那我们准备办几场？那有多少厂商会参加？那这个评鉴是由谁来评鉴？他可以参加，不可以参加？是由谁来评鉴？可以参加的厂商。参加任何一个都可以参，任何一家厂商都可以参，都可以参加，没有都可以参加。对，但是他经过评鉴合格才会。对啊，所以我就问说，是由谁来评鉴？有评鉴合格是刚刚也有做个相应的答复。我们要组一个一个评鉴委员会。那这个评鉴委员会有点类似像公共工程委员会一样，我们有各因为我们的领域很广，所以各种领域人都有一些我们会寻找一些专家学者，但是都是跟没有所谓的利害关系的。好，就是不是跟有这个厂商有利害关系的人来这边，然后经我们挑选来去做这些评鉴，根据不同的这个种类。好，因为他们第三方，你是组成第三方的评鉴，对不对？对。好，那第三方评鉴，那这个评鉴人员呢，就不能有裁员兼求判。对，是的。这要确认，我们要确认一下。第三方的定义就这样子，是的。好，那我当然我们很赞成说。因为这个国防的预算呢，是一笔很大的这一块大饼，是每个人都想要，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很去评鉴这个厂商。是那目前经济部有报告，厂商有将近600家，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报名？当然每个人都报名，但是就看他是不是符合我们所谓定义的这个。我不是说每个东西都要评鉴，我们要只有针对我们核心的这个系统，我们有分1、2、3。等级嘛，这跟我们国防作战这个任务，还有它的科技等级需要做评鉴的。那一般的有一些东西，我们就像比如说，一般的这些物资啊各那个像这个我们用的一些行政作业这种行政装备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做管理了，不做这方面的这个国防产业里面。那如果说比如讲有一些某些厂商评鉴不过的话，那我是不是义务在什么 A 你说换成 A B C 级嘛？是对不对？甲乙丙级对对。那如果我评鉴不过的话，我是不是义务到那个甲级或是乙级里面去？那我就可以同样进入生产行列，是不是有这种状况？义对不起，刚刚讲义叫义父，比如讲义父在这个乙级，我评鉴不过嘛，那你乙级的厂商，那我是不是义务到他那边去？对，鲍委员跟他一起生产。鲍委员。我们这个东西的认证，它是不能转包的，必须他自己做，不能转包。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它是个供应链。如果我不能去做这个桌子，但是我能去做这个螺丝钉，那它当到它的下游的供应链里面的做小 parts， 这种东西要经过评，也是要经过评估之后，它可以当，它可以降一级去做。因为大家都睁着眼睛在看啊，就评鉴会不会有出状况啊？对。我是厂商的，我也希望说能评鉴进去。但是我评鉴不进去的话，那我想说有没有办法借用其他？那他要做他自己能做借壳能做的事，但不能转包，也不能借壳，不能转包，这绝对的，这我们要查核，这我们要查核的，是的。那我再请问一下，你们七大项目下面每一个项目都有分都或下说其他重要项目？什么叫做其他重要项目？在这一本里面呢、啊，刚刚的我放在其他每一个细项里面都有一个其他重要项目。那请问什么叫做其他重要项目？
那就不是一张空牌支票，你列了一大堆，然后再来一个其他重要项目，那就不就是一个空白的吗？包委员，感谢您指导。好，比如说第七条，它有八项的一个评分的一个考量因素，那它这个其他重要项目是摆在最后，但是当然是以前面七项为主啊。我们必须考虑到说，随着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哦，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说科技水准等等的这些相关事项进来，但是还是以前面七项为准。好，那我再请问一下，这个制度如果成为新厂，会不会成为新厂商进入的障碍？因为有很多新厂商，他 AI 技术是已经成熟，但是因为他没有过去的经验，他没有过去的什么，你要调查的这些项目里面他都没有的话，那是不是会成为他进入的障碍？进入我们行列的障碍？报告应该不至于。如果你讲的 AI 现在事实上大家都是新的。每一个都在起步，所以它的如果要进入的门槛，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方面我们会做一个公平的一个评。可是你刚刚说评鉴里面的话，你的科技水准啊、规模、经验、经济社会贡献啊，还有什么诚信啊、诚信履行政府机关的这些七大项目里面，你要是这一些啊。可是如果是新的 AI 厂商的话，还有新技术啊，可是因为它都是新厂商，它就没有这些经验啊，没有这些。过去的记录的话，他可以参加评鉴吗？也是可以。我们这是他是其条件之一啦，他有其他的优秀的那个条件，他就可以争取他进入的门槛。是。好，那我想在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请问一下哈，所有的报告里面都没有谈到说，让人家看不到说黄币，你们所有的报告里面都没有黄币这一个阶层，这个条件在里面。然后我们精品里面经常有这个弊端一直不断的存在，好，就像我之前我上次咨询的时候，我问过我们部长，监察委员曾纠正我们精品的浪费130亿公帑，那你今天的所有报告里面这个浪费的东西都没有在里面，没有黄币。报委员，这个黄就像我们的内列件一样，这个我就不用讲，内列件大家都很清楚嘛，它很快的就可以大到钱。很快的，那想这个问题从头到尾，精品就是很大的一个漏洞，一个弊端在。今天的报告里面全部都没有谈到这个弊端，防如何防弊。这个委员，我们的精神其实都在里面。那个像第十五条里面，合格厂商有下列情形者，都要宣布他撤销他的证照。然后我们的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厂商等级的这个认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他的查核、他的记录啦、他的财产啦，这些东西都是在做防弊的这个动作。啊，那当然，他实质上犯的其他的这些法律，但另有法律规范会去约束他了。在我们这管理办法里面，在这方面我们琢磨很多。谢谢。那我希望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他，让我们国人感受到我们军人的威严在，让我们军威在。不要说每次都什么事情发生，哎呀，都是军的啊，兵啊，这黄币了，弊端一大堆了，连个午餐都要弊端了，哦，真的是很受不了。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吴英霞委员，来，各位官员请回。谢谢，谢谢主席。好，接下来请马文君马委员。嗯，谢谢主席，麻烦请副部长。请副部长就备询台。委员好。副部长好。部长，我想请教一下哈，日前本席在退辅会质询的时候，有问退辅会主委有关于募兵暂行条例延长的问题，那退辅会回答我们国防部同意延长3年，现在目前进度如何？是我请那个资源司长给你做个说明。我们尊重辅导会的这个意见，因为他也有实际的需求啊，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来规划。延三年啊，怎么规划？现在进度怎么样？就是，对，现在已经在作业了，已经在作业。对，就是我们要把相关的法案要报到行政院。什么时候？近期都已经在作业了。最快可以什么时候？大概在两周之内。两周之内，对对，我们会呈报上去。谢谢。有关暂行条例第十条，主要负责订定办法的主管机关是国防部。跟退辅会一样，已经4年多了。如果他在两周内延长的这三年，你在两周内你可以提出，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尽快加速的去订了哈。因为在还没有相关的订之前，我们之前在询问的时候都说会跟这一次的产发条例相关办法一同制定，有没有放进去？产发条例？
就这个您说明一下。有吗？之前在讲的时候，报告委员，因为现在募兵制的暂行条例还在实行当中嘛，那这个已经过了四年多，你知道吗？对，我知道。这个你们现在产发条例总共制定了八条办法，暂行条例第十条要求的事项，包括涉及营区安全、武器装备的劳务采购，主管机关应于采购公告明定厂商禁用自愿役退出役军人之最低比例，你们放在哪一个办法里面？目前这八个办法事实上是没有放，因为为什么暂行条例正还在执行？还在执行，这个，你当初你们不是说要放到这个办法里面吗？这办法里面不能放吗？我们可以考虑把它放进去，可以考虑。所以请主席在就这个办法，我们可以在我呼应一下刚刚的罗志政委员，这八个办法其实它攸关我们国防自主的重要基石，里面的问题非常非常多，照理说应该每一个办法做一个专案报告，老实说我们应该这样一一审查。这么重要的国防自主的相关的执行办法，我们只有八分钟的时间，平均一分钟要讲一个，哪有可能？而且他问题很多，刚刚你连这个都纳不进去。我想要请教一下，这八条我们看了，像第二项列管军品厂商资格级别认证评鉴管理办法十七条，总共有十七条。第六项列管军品合格厂商奖励办法十七条，及第八项二等三等列管军品最有利标评选基准有六条，里面通通只字未提我们刚刚说要保障我们退伍跑者的这些相关的就业权益，全部通通没有提。当初定这第十条，主要是为了增加募兵条件，有利于募兵制度的推广，而且也希望实质的加惠官兵在卸下军装以后，他二度就业的保障。可是看起来国防部完全不重视。现在有机会一并制定的时候，你们没有任何一个想法要把它纳进去，而且又要延长募兵暂行条例。我们不理解这样是什么心态。有关官兵的福祉办法并不重视，可是有利于民间厂商的办法倒是快马加鞭的制定。这个办法通过以后，它只是备查，我们立法不用再经过立法院，这个办法这么轻易的就通过。我再次明白的提出来呼应刚刚罗志政委员，我们应该更审慎的来讨论这些部分。好，谢谢委员。我们谢委员意见，我们会纳入我们未来这个未来什么时候？你现在就可以放了吗？对，现在就放，可以放嘛？对对，我们在第二或第八个办法里面，我们把它纳入。谢委员，我们希望他可以尽快的纳入，因为你们不要口口声声的说要照顾军中跑者，结果只有有利厂商，这是我们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我相信你有对不起所有的军事官兵，还有所有的退伍跑者。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次公告的八项，因为其实每一项每一个办法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很完整的讨论了哈。我们有几个问题，我想先来请教一下，比如说列管军品安全维护申请办法，我们列管军品的合格厂商，这些要从事军品的产制、研发、维修等等，跟国防安全有涉或者是涉机敏的这些厂商，欠缺相当安全维护能力的，它的生产地区、测试地点、厂库设备设施以及重要装备的物料运输等等，经过主管机关审核必要性以后，可以支援协助它的安全维护，对不对？是。你的兵员从哪里来？你的安全维护，你要去帮他做这些安全维护，你的人员从哪里来？我们会有派遣部分人力，部分人可能有维安顾虑，还有特殊顾虑的。我们上述人员进驻安全需要执行的人员装备，那个我们会做。人从哪里来？你要去做帮他安全维护的人从哪里来？我们各种专业的部队征调。哪一种专业部队？他看他的任务性质，报委员。比如报委员，我们比如说宪兵。宪兵。报委员这个哈，我们宪兵的执掌是什么？报委员，因为这个是我们会这要经过审查必要性，而且这个是绝对是有非常特殊的必要，不是一般的，而且他的飞弹要不要？
飞弹机要不要？飞弹、飞潜舰要不要？很多我们机敏性的，像现在很多的自动安全的一些厂商要不要？如果他有100家，因为你上中下游，刚刚罗委员也有提到我们的安全查核，你刚刚说第几处要去做这个，要去做这些。自己维保防安全处，你要派专责人员。报委员，他这种哈，因为他一般性的这个安全啊，保全就可以做了。那我们之所以我们当然不是说保全嘛，你现在是说试射机民。我们现在刚刚说的每一个，都是你们每一次专案报告的时候都说是有机民严重机民性的，全部都不可以外漏的。那哪些人？你告诉我，简单的说，哪些人可以去做安全维护？兵力从哪里调？比如说他有，比如我刚刚举例了，比如说是宪兵单位，等等单位，这种中科院有宪兵去，对不对？中科院现在他可以做什么？他现在是补强了这个保全，对，所以你本来就有保全嘛。是的，宪兵去他只是站在那里，就是说啊，我有来这样而已。你未来这是中科院哦，你请宪兵，未来如果你有十家、百家甚至更多的厂商的时候，你的来源从哪里来？我们所有的兵力部署，现在兵员短缺的情况之下，尤其现在我们是兵力极小化，而且它主要的功能是作战用的，它不是来帮你做这些安全维护。你为了这些厂商，你的安全维护机敏性，你要调动这些兵力。简单说，兵力从哪里来？除了宪兵以外，还有什么？报委员，宪兵有多少人？报委员，这个哈，我们会视实际状况做调整。那现在举例来说嘛，因为现在我们现在如果说问题点出来了，如果说真的是有那么多的几百家头，我想这个作业办法一定会修订的。不，那就是跟执行你现在就要预知它会有这些，我们不要说好几百家，你就100家就好了。你这些兵力从哪里来？就像我们刚之前讲的，你做了这么多的船，可是你没有人力去做去操作，现在这个也一样。报委员，他这需要做武装警卫的场合，绝对是特殊的，不是一般性的。一般性的我们用保全，举例来说嘛，比如说飞弹。哎，你把办法定进去啊！是，你这个办法里面就说，我刚刚念了一堆机民啦，什么，它还包括厂区啊什么的。这一般保全都能做的。那譬如说他做非常，那你定这个办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他做非做一般保全可以做，那你定这个办法是什么意思？不是他做的，如果说他未来他包括管制的枪械、火炸药这种，会有立即这个维安强的很大的维安顾虑，必须要用。要用有武力的这个维护的时候，我们会做这特殊的审查，而不是一般性的。这一般性的话，现在目前他们在执行的就可以执行了，所以保全就可以。那定这个办法的意义在哪里？这个办法是你们自己定的哦。对，它里面写的清清楚楚，是说你这个叫列管军品合格厂商从事军品产制、研发、维修的，全部都会用到这样子的，无法执行、无法维护的这样的能力。他无法执行他的那个能力的时候，他所以你就是一般保全就可以做这些工作就好了，不是吗？对，一般保全能做的我们不会去做。那他有这个维安顾虑，一般保全不能做，你听得懂吗？一般保全不能做的，请他直接跟你在私下报告好了。我想，其实如果连这样你们都没有说办法说明清楚，你凭什么这样的办法草草率率的就要让他通过？因为我说这个牵涉到整个国防安全、整个国防自主。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国防自主，国防自主有很多牵涉到，包括你们自己提的非常机敏的，非常包括你说可能有武力或者其他的弹药比较严重的，可能有杀伤力的，这些你需要的，那他的人员在哪里你都说不清楚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个办法真的还要再审慎的再讨论一下。谢谢我的意见，好不好？我会纳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再审慎的再经过讨论。好的，因为从刚才到现在我听到很多委员提出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很仔细或者律定明定的相关的做法，我想这是有很大疑虑的。谢谢。而且未来立法院跟国防部其实是没有办法再去做相关的干涉，我想在通过之前
我们还是希望主席想办法，我们来办就做八个办法的专案报告。谢谢。好，谢谢我们马文君马委员。来，各位官员请回。来，接下来我们请陈伯威陈委员。来，邀请副部长。来，副部长，请坐。委员好。好，今天大家聊一下这个国家机密的相关，尤其是中科院哦。我知道最近包含赵天麟委员，包含这个，其实这两年都一直在讨论中科院的定位。那我们先厘清一下这个前提啦，就以前人家聊过的事情。那首先哦，中科院作为行政法人，我们有没有受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范？那如果有的话哦，这个中科院的相关业务哈，国防部的业务，如果设定为机密，它跟中科院如何衔接？如果没有的话，那它是如何来核定其机密？法源依据是什么？是，麻烦。报委员，我们现在是受国家机密保护法的约束，或中科院受国家机密保护法约束。是，可是哦，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有讲到说，这个第三条规定说它是指中央地方各级机关跟所属机关呐、啊，所以在人事行政总处曾经解释过，中科院是行政法人，它不受这个，它不属这个中央机关，所以它不受国家机密保护法的限制。所以这个前提我们是有共识的。不，因为中科院目前还是有军职人员在里面。人员的部分待会第二点我们会再聊。现在是主要是讲中科院这个单位的定位。而且这也是向委员报告哈，因为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这个主管机关是法务部。我们依据这个大院上会及游民委员的这个决议，要请我们啊这个请这个法务部来这个来说明。那法务部已经有函示，我们事后我们会提供给您，他已经定义就是中科院，他依据他设置条例里面有好像第三条有规范，他会涉及到处理国家机密这些研发产制，他必须还是要受国密法的规范，所以我们会提供您这资料。OK， 因为你刚刚讲到游民女咨询的时候，他大概是去年五月六号的时候，当时是表示说，因为中科院没有核密的权利啊，所以只能核营业秘密。那既然这样子你们的保证，我想待会结束之后，我们看一下书面的资料，现在修改这个中科院设置条例的进度是怎么样？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知道哈，国家机密跟营业机密是不同的义务跟规范呐，所以稍早赵天委员提到的，包含英准计划，包含中科院的出国人员，如果像您讲的是已经设置在国家机密里面的话，那中科院的这些军职或是公职人员，他是不是理论上就不会发生稍早的事情？不是叫涉密人员，他原先是因。是不是去说明一下？我想依据《中院设置条例》刚才讲的那第三条哈，他处理这些业务涉及到这些国家机密的时候，他是由建案单位，好，因为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你，所以你来接触我这个国家机密的武器装备的产制，所以由建案单位和他密。那所以它有一定的法律规范，都没有问题。好，国防部跟中科院没有问题的。那中科院的这个跟民间协作的厂商呢，是否受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范？也是受，也是。它是透过一个我们国防部啊，有一个保密契约的一个范本哈，采购室这边定都很清楚，然后它的下游的这些都要签订，然后也受国密法的规范，在契约里面来约束，还要尽管。这个去年五月九号到五月到九月的这五个月里面哦，我们看这个有五千中科院涉密尽管人数从五六九七人变零人呐、啊，就是全部下架。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去要求这个中科院做设置条例的修正，所以能够保证未来这件事情不会再发生吗？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全部纳管了，全部都纳管了。好，那个必须要讲哦，这个为什么中科院的保密规范非常重要？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认真保密，而是说在法条的规范上以及合约的订定上。原因是这个有举两个例子，我之前在电影界工作，有一个保密协定叫 CDSA， 当时好莱坞如果要跟台湾的电影公司工作的话，他必须要通过这个协定。那这个协定就是你如果走漏一张图出去，他整部电影的钱都要赔。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我曾经去华盛顿参加过美台国防工业的交流座谈会。那当时呢，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哎，你们怎么这么有信心？如果跟台湾合作的话，情报不会走漏到其他国家？”那当时的翻译是跟我讲这个问题不能问啊，所以我就没有获得答案。那因此，我们认为在跟美方，尤其是这个欧美国家或是世界进步文明国家来做这种所谓军事商业的合作的时候，军事工业的合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合约跟规范上、法律上，要让他们清楚知道我们是有这样子保卫机密的能力。那另外呢，提出一下这个各国的军队哈，现在都开始啊，抱歉。另外，这个美台商务委员会的副主席啊 ，Lota Danielson， 他也提到过说，哈，如果我们的这个惩罚跟执法机制不足，罚款刑法不足以阻止违法者，他对美台的合作会有些疑虑啦。OK， 另外我要提出一下，各国军队都传出群聚感染。那我们知道，这个战备的口罩哈，有分成战备跟这个中央配给两个部分，目前是一天中央配给一天配10000片嘛。那防疫物资包含口罩、耳温枪、酒精等消毒用品，还有防护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国军部分准备的物资是否充足？鲍委员，我是军医局局长陈建彤。那目前我们国防部对于防疫物资目前都够用，那也都充足。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不足的时候，我们会循管道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申请。我大概问一下啦，这个可能没有标准答案，就我们现在定义说现在是平时或者是战备，或者是甚至是战争的状况，我们自己对这个军队防疫的。是我们平常有一个量，那我们会根据疫情，那我们会估一个量，那之后我们会乘以一个天数，然后我们作为我们自己的战备的需求。基层官士兵哦，在跟我们反映的时候，除了物资的部分呢、啊，更这个焦虑的是群聚的部分呢、啊，包含一些过去可能说集体出操啊等等的这些事情，要好好的安抚基层的官士兵。是。那另外呢，我们知道哈、哦，其实就现在这个防疫的过程来讲，时间长达持续两三个月，然后全世界也出现了数十万的伤亡啊。其实对我们来讲，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准战争状态，只是我们的对手是大自然，是这个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人造的病毒。那么这个病毒的起源地刚好又在我们邻近的国家，这个国家又是以一个政治领政的国家哈，包含他们这个在防疫期间，好输出了荷兰昨天回收600000个口罩，好因为这个中国自明显不合格，那其他的国家也有收到这个快筛设备，不准确率高达80%，所以这一些在这个人类跟大自然的战争里面哦，这个防疫的破口就在我们隔壁的国家，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军队的防疫，甚至是这个对大自然的战争里面，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警觉性，不要再让这个基层的官士兵，因为对我们来讲，他是第一线的战斗人员，不要让他们觉得物资不足，不要让他们觉得他们还有群聚感染，或者是可能会有这个不良习惯的这一些想法出现、哦、包含他们的这个粗糙啦，或者是怎么样的上课的行为，都要虽然我们外面的人看不到、看不进去，但是我们也要让里面的人安心，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会有不管是放假或是其他表达意见的管道，好不好？是薛委员指导，我们麻烦大家。好，谢谢 ，Thank you。好，感谢我们陈伯伯陈委员，来各位官员请回。好，请王定王委员。好，谢谢主席啊，麻烦副部长。好，请副部长就备询台。委员好，张副部长，你最近没有异动吧？没有，不，异动的权利不在你身上，这个才是标准答案哈。这个不管在哪里了哈，我是觉得我们整个台湾的军火工业或国防产业。其实这几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看起来有点沉寂了，但如果这个时候不把它好好处理好的话，就很可惜哈。所以我要接下来问之前哈，我先问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在惩罚条例是我们去年那时候我当招委的时候通过这个惩罚条例。那我今天一直听了一些包含新进的委员同仁问的一些问题，我建议国防部至少把去年审查这个法案的 Q&A 审查的过程透过国会处。跟这些新的委员报告一下，谢谢委员。你不觉得刚才那些 Q&A 都是当初讨论的，很像重播嘛？哈，对，当时在审查这些法条都讨论过了。那
新的委员很认真，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更进一步让他了解过去已经讨论过的背景，那今天也许会讨论不一样的东西，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产发条例里面有三个目的，一个是扶植台湾国防产业，一个是建立国家队，好像我们这次口罩这个国家就国家有这个产能，结合起来就可以做一个系统性的东西。那第三个是扩大内需，大概这三个目标。所以这三个目标呢，你从中科院一直到我们现在国防部副部长这一块是你了解的。假设有一个是我们国内产制研发的，不管是汉翔、中科院或者台湾的民间产业，完全台湾产制研发的，跟有一个军品是国外厂商研发的，两个性能相当，甚至于国内的可能比较贵一点或比较差一点，在扶植的状况下，国防部的态度是应该要采购国内自己研制的呢，还是买国外已经用行之有年又稳定不容差错？因为这个很大的矛盾，我们国防采购一定不能出差错，我一定要买稳定的，经过验评鉴测试过的，可是我又要扶植新兴产业，它就是不稳定的，它就是没有实际绩效的。中科院做的战管雷达什么战管那个航管不错啊，我们民航局的航管套儿都不用你们的，你没有实际的经验就扶植不起来。所以当这两个状况矛盾的时候，国防部的态度是什么？我有时候常常讨论到类似的问题啊，我有时候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上各国都一样，双手策略，就实质急迫性的，我们会稳定的系统来维持，对，要符合任务需求，但是那是手段，目的是要扶植长久来提升。这里面有一些包含了计转啊什么，但是我们说在很难判断哈。那我造一艘沱江舰，我很难判断什么叫紧急的，什么叫它有时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会做这个，可我做了这个呢，别国早就有了，价格又好，又稳定。比如我讲一个，我们不做的就链炮嘛，链炮那个都买得到，而且那个链炮系统非常好，那我就不做了。可如果现在有一个是我们国内自己产制出来稳定了，国外也有啊，我们只是没有实际绩效的时候，我希望国防部要有一个原则，对，要么为了扶持国内产业做一定比例的分配，要不然就是要像韩国，我就是买 Made in Taiwan 的，我让你去试。第一次也许不理想，慢慢这产业才会起来。是，甚至于国外的厂我们自己做的，而我们国内的厂商是代理人而已，是人家的代理商而已。这个取舍，在国防部的取舍，因为你是台湾唯一的 buyer 啊，我跟蔡英文也不会去买飞弹啊。鲍委员，其实我们现在国防部做的就是委员现在讲的这个方向。你看，我们现在近年来几年来以啊，我们在自治率的上面哈，这个大幅的成长。张副，你们有的是透过工业局、工合那边慢慢拉高起来，可是那个说实在，我们有时候自治率90%占价值1%，你懂我意思吗？就我们做的是比较低阶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是希望说，如果这个没有形成困扰的话，就好像我们一般的部会在采购一样的东西，我一定买微笑标章的，就是 Made in Taiwan， 也就是在军火这块比较特别，国防部几乎是台湾唯一的采购者，是，所以你定下这个原则，是，厂商才愿意投资下去。哦，我一个雷达系统，我做出来的跟美国做的可以拼，但是贵一点点，或者差那么一点点，或者同等级，但是我没有实际的绩效，这个原则才能让那个条例有血有肉，是，否则土法不足以自行，这个法根本没有用。我们一定这样做，而且我们有决心这样做。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我们在美国陆克基地受训的飞行员哈，今年就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地方我就不讲了哈。那目前我看到资料，在 Luke Air Base 那边有美军哈。有四个确诊，那我们的学员在那里目前状况怎么样？空军好，我是空军参谋长，跟您报告就是您的就是是目前的我们在陆克基地的是同一个基地，但是属于不同的营区。目前所有训员还有家属，那个基地我去过，那基地很大了，我当时知道很大。但是你想想，他们连航空母舰都可以感染了哈。是，我们还是要照我们的子弟自己照顾一下。有，我们每天都有联系，目前家属跟训员的健康情况都良好，所以目前没有状况，没有问题。那他们什么时候会离开陆克？
应该已经要去另外一个基地了吧。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还后续还有很多变数，我们所以今年还不一定会动。不一定。本来表定是今年了、啊，是不一定会动，不一定会动。是，那不一定会动，新签的合约跟旧的合约怎么处理？是用到新签的合约，但是今年已经生效了，用新的合约是，但是训练场地就不到另外一个，暂时是看美方怎么决定，都按照计划对。好，那你先请回。是，那另外副部长，我们的敦睦远航舰队今年有没有照常开？有。海军跟你说明，我们当然你们走哪些航线是机密就不讲了哈，但是你要想想看，美军罗斯福号是航母，他停一个越南岘港，现在三十几个病例，然后呢，雷根号在横须贺，现在好像三个病例，那我们的舰队出去出发，因为在海上很久，出发的时候那个没什么问题。你到的时候有没有问题？我们不晓得，所以军医局跟我们海军这里，我们敦睦舰队今年是不是如期要出发？后援已经出发了，出发了，已经到敦访国。敦访国目前是零确诊，所以到零确诊的地方。但你要知道，我们去的国家有些地方零确诊是没有检疫能力，还是真的零确诊？已经是确定零确诊。而且你没办法确定了，人家国家怎么整的？而且回来的这一段期间，在船上我们都是安全的。对，所以就是说，有关我们的敦睦支队这些年轻的我们这些海军的弟兄哈，出发的时候，那个当地国也许医疗的品质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数字上，军医局应该懂我讲的意思，数字上的零确诊哈，不代表真实的状况。就像越南跟罗斯福号的情形，所以可能要掌握以外，对于船上的分舱分流以及下船之后的去参访什么的，可能海军要多费点心。好，对，因为这个军舰上的生活都是那个空间都很小，只要有一个确诊，大概那一个空间的人都变得很危险哈。所以敦睦支队要走去哪些国家是属于机密，我就不多问哈。但是我提醒这个军医局可能要协助一下。是，好，那另外这个两位先请回哈。另外还有关美国两艘航母哈，他们有一个智库的学者叫做 Maza 哈，这一个马明翰呐哈。他昨天提出来说，美军在整个印太地区就两艘航母，罗斯福号因为30个确诊病例，那另外一个在横须贺的雷根号现在也有3个左右的确诊病例。当然，我赞成美方有一个结论是要关注哈，但是不用过度焦虑，因为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情形的话，那个船是马上可以出去打仗的，没有问题啊。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他们两艘船有这样的状态，那这些美国的国防智库下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一定会关注这个事情，共军一定会关注这个事情，而因为这个事情面对危险，周边的国家很多，他第一个点名就是台湾，台湾可能要特别关注。副部长对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国防部有没有了解？有。那现在状况怎么样？报委员，这个新冠病情的情况呢很严重，全国是全球的共同在抗疫的这个期间呢、啊，那中国大陆如果是趁机要采取任何区域冲突的军事行动的话，我想都会遭到国际严厉的谴责与制约。这两天他们在南海派了20多架战机哦。我想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了，国军随时有做好万全的准备。这个每一次新闻稿都是这样讲，我会背了哈。我现在讲不会背的部分，就是共军现在解放军在南海20多个架次在那边演训，稍早前在台海附近也有类似的状况。那美国现在2艘航母群的旗舰航母中标了，它还是可以维持作战任务，必要的时候。但它现在一个在关岛，一个在横须贺，在港内，所以目前在台海的北边、东海、台海到南海、巴士海峡、米亚口、宫古这边过来，大概就没有航母群了。那我们的安全的维护有没有做一些调整或者提升？好，那我们所有的情况都在我们掌握之中。那共军有没有什么跟以往不一样的蠢动？目前我们没有，我们对面东方或南方这两个 theater 两个战区常态，现在都不认为是常态。是，那南海这次20多架军机在那边演训也是常态。他们在南海不定期的都有陆续都有这样的，所以这个量数量也是 OK 的。是，好，我谢主席借我这个时间了，我做一个题目丢给你们，我请你们吃掉跟我报告哈。这一个 NDA 2020。美国的 NDAA 生效之后，要求我们台湾跟美国合办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的演习，去年办了，但是他也要求，那时候是要求180天内要办，所以他去年办完之后，接下来有3件事情：高阶、跨部门、
台美工作小组，副部长，我们这个小组建构起来了没？美军跟我们建构起这个台美工作小组了没？我请张辉司长给你来迅速回答。我是张辉司长，那个目前在进行中，所以有进行，有开过几次会？你可以回答很多次，好，你也可以精准的告诉我很多次，很多次。那预计什么时候会建构这个小组会正式建立对外宣布？那个资料会后再给委员提供给委员哈。因为这工作小组是政府对政府的工作小组哦。是的，当然是啊，因为它是写在年度的 NDA 里面呐、啊，所以它如果正式设置好的话，我希望我们委员会能够知道这状况。好，好，谢谢副部长，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王定宇王委员。来，副部长，各位官员请回。好，感谢主席，能不能请我们副部长就备询台来，张副请。委员好，好，我想请教副部长哦，就是说这个国防产业发展条例完成之后，还有八个相关的事情细则必须要被推动嘛？那这八个哈，二月份我看起来就已经陆陆续续上网公告了嘛，对不对？是。那现在是三月底了嘛？是没错吧？哈，那最晚的一个到五月四号，所以事实上大部分的法条都已经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了。是是，我想请教一下哦，这个大家万众期待的这个相关的法源，有多少厂商，有多少个条例有得到回应了？我请资源市长来，请说一下。基本上啊，这边看一下哈。他大概有一些个别性的意见，比如说哈，他对于军品范围，就是我们那个第三条啊，要这个的一个执法，他认为我们列管这个书面给你们的吗？就军品范围的那一个书面给你们的，还是口头告诉你们询问而已？就他正式场上提出书面意见给你们了吗？对对对对对，因为预告期间都会收集这些资料，目前收集到多少条？对，他都有建议，全部收集到多少条？对他都是用上网，我们都是上网方式。对，我知道啊，所以我现在问你们嘛，一到八项，网络上收集多少条啦？多少条？鲍委员，目前八个办法都有人提意见，但是大部分都是法律文字格式的问题，哦、所以整体性的意见有，是希望我们将来可以有充足给他们这个准备因应的。我看你的规定是这样子哦，是你说等你们完成了时间之后，再召开所谓的说明会。我看你们写是写这样子，是我们预计大概，因为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哈，所以本来是四月份就要陆续展开，那往后延了。大概理论上是不是应该在他的这个预告时间内你要办说明会嘛？还是预告时间之后办说明会、啊、都可以，法律并没有明定，预告时间也在收集意见。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要让厂商知道一下，我也请国防部先正式宣告哈，公告给大家。预告期间结束之后。举办的说明会，厂商提出的意见仍然会做我们的修订版本， 是不是如此？是，而不是预告时间内你没提出，那很抱歉，你以后提的我就不理你了。没有没有，报告委员，这个整个作业办法都会螺旋式的修正的。好，他这个事实上这是第一次执行了，我们也预期的会有。我了解，我们这个要让所有人知道，所以我特别提醒一下，也请我们国防部哦，在这个部分，在未来的厂商说明会的时候，也让所有的有机会的工商团体、法人代表能够了解。对，因为我们现阶段刚好卡到一个疫情的时间，对，所以我想按照现在国防部举办说明会大概有点困难，然后但是现在是网络征求的一个阶段，那网络的时间过了之后，如果有疫情减缓举办说明会的时候，也要让这些相关的团体知道说啊，你们这时候提出的意见，我们仍然会放进去，而不是只是宣导而已。是的，这两个非常重要哦。好，而且我们也期待他的意见。好，再来吼，这里面吼，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副部长吼。目前法律的规定啊，法律的规定就是国家机密保护法嘛，没错吧？对不对？是。好，当然另外一个陆海空军刑法嘛。好，陆海空军刑法里面只有规范谁？军人而已嘛。是，没错吧？对不对？只有国家机密保护法把所有除了官员之外以及受政府委托的也纳入嘛。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未来的我们的这个八个办法里面的第三个。或者第四个
关于安全查核的这个部分，能够用到的法源依据，是不是就是国家机密保护法？是不是？是吧？你们会用营业秘密法办他吗？也蛮奇怪的。假设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不幸的泄密事件的时候，唯一能办的就是国家机密保护法嘛，对不对？没错吧？好，那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确认一件事情哈。刚才我们有提到中科院嘛，对不对？中科院现在全部都列入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的嘛？是，还是列入陆海空军刑法里面？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嘛。好，那目前在现阶段，所有跟国防部签订采购契约的厂商，他也是受国家机密保护法的约束吗？是的，是的，是的，有。我们有在契约里面是包围是，我们契约里面有特别保密条款，有告诉他国家机密保护法的刑责。那这个里面也有分三类啦，齁，对，绝对机密、极机密跟机密，齁，这一些所有跟政府签订的民间厂商，他们都是属于机密还是极机密还是绝对机密？看个案，像有一些比较机敏单位的，有到达极机密的等级，有到极机密的等级。对对对。那我想请教一下哈，国家机密保护法已经规定啊，极机密是要谁核准啊？极机密谁核准？12职等中将以上。是吗？极机密嘞？你讲的是机密吧？行政院长。来，你们真的要确认清楚，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就是因为我看了这相关的规定啊，在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啊，吼，它里面有规定，我看到的是写国防部部长啦，国防部部长啦，授权没有啦，授权人士是机密啦，没错吧？再确认一次，这个绝对机密是总统核定的嘛，对不对？极机密是部长核定的嘛？是，没错吧？机密是由部长指定的人员核定的嘛？是。那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签订的采购契约不是部长签名的话，理论上它是属于机密吧？应该是这个意思才对吧？所以我就是要请你们要确认这件事情。对，了解我讲的意思吧？因为我们它是绝对机密或者极机密，或者看起来我们国防部的案子里面都是极机密跟机密这两件事情嘛。是。那所以我要求国防部就这部分要确认清楚，因为这是未来我们所有跟民间厂商在签约的过程当中都会考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它是属于极机密还是机密啊？是。那你不能全部都糊弄通就写个机密两个字，然后等到把它移送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是极机密或者这个是机密。是，我们有分，我们有分。我认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从现在就要做得非常清楚了。那因为法律上有规定，极机密是要谁来核定的？所以我现在不确定的意思，它的核定是代表签约的意思，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吧？如果假设我有一个采购案，你们是由单位，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我们的单位是由，不，它不是所有，它是。这个计划在成案的时候，赋予这个机密，那是那一刹那的时候签署。那你们所有的国防采购案，我们所有的国防部建案，不都国防部长签名的吗？不，有没有国防部长签名的采购？因为所有送来立法院的预算案，报委员不都是国防部长最后定案吗？部长会核可，但是机密的等级是分层级的。比如说机密的，他就有时候中将就核机密了，那个就赋予了。对，所以我来说，因为我现在讲是极机密那一块。对，极机密的话就是机密的部分，基本上大概就是我们的授权人员都可以做嘛，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以我要也请你们确认，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在签约的过程当中，哦，当然对厂商来讲，你签约代表方可能是军医局啦、军备局啊，或者三军司令部嘛。那这样看起来，我觉得就程序上来讲，因为他厂商面对的是一个国防部的签约代表人嘛，是，你了解我讲，就是说。会不会有这个状况啊？你签约代表人本身就不是国防部部长嘛？那当然，你说他是属于一个极机密，但是因为那部分是授权人员，了解我讲的意思吧？机密核定的那一，我了解了，我知道你讲的是核定，但我的意思是说，但是当你们代表去签约的这个当下的时候，因为你们不是国防部长，是受代表签约的嘛，没错吧？是。如果今天是国防部长代表签署采购合约的话，那你刚刚可以明确的一致嘛？但是因为他是授权人员代表签约嘛，
包委员这样跟您报告，我们国防部的采购案是有分层级嘛？哈，我了解啊。刚刚讲机密的案子，基本上要经过上级机关的核准，上级机关的核准就是国防部，没错，一定是部长名义。所以我知道，所以我就说这个部分要确认清楚。为什么？因为我刚刚看了你们的第二个有个安全查核的那个办法里面哈，你们写了一大堆啦。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给他确认，因为我看起来里面写了那么多，真的能够法办他的就是国家机密保护法而已。你们什么营业秘密啦、刑法，我认为要办他都有点困难在了。哦，他如果讲是说啊，这个你们没有讲很清楚，是不是机密啦等等的话，你难道用营业秘密泄密来办也很奇怪嘛？哦，因为是国军重要的一个重要的案子，所以我希望国防部就这个部分能够确认，尤其是。听起来，我们未来所有的政战局在这个部分的业务量会变成非常非常大。刚刚几个委员都会提到说，你们到底人事人员够不够？当然，光副部长你讲了一句话说，厂商也有自我查核的要求跟义务嘛。但是问题是，你们都真的有多一个不定期查，不定期查就是政府授权给你们要求政战局去查的。那政战局未来一年要查多少件？我觉得都是未来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好，以上谢谢。好，谢谢蔡世英委员。好，副部长请回。接下来进行询答的委员是洪孟凯委员。主席，谢谢，麻烦请副部长来当副。委员好。好，副部长你好。我想今天几位前面的委员的一个询答，本席这边都有注意在听，本席予以肯定，就是说我们这一定要重视相关的机密的一个部分。哦，那本席这边也想要就教来副部长，就说针对目前啊，新型冠状病毒这边，刚刚我也听到了我们的招委啊，现在代理招委来跟您这边有做讨论了。其实我们看到，关于现在美国啊，说罗斯福号跟雷根号上面都有确诊嘛，那我们也有掌握说目前现在这个阶段的一个状况。那我只想请教了，其实美国从上礼拜26号也签署所谓的台北法案，美军在差不多的时间也派出4架的军机飞到台湾的上空，针对性、威胁性都很够。但是我们想请教，在中美在台海秀肌肉、互别苗头的情况，台湾目前的安全真的可以不受影响吗？部长你怎么看？放心，我们都有掌握，然后是，所以目前的都是常态的。都是常态，是对不对？这也是您刚刚跟其他委员这边回答的都是相关嘛。可我们看到说最近呢，都有一直有这些媒体报道，包括说有指称我军机遭到共机锁定，在这个对峙的时候有这个讯息吗？不好，我请空军参谋长给你做说明。来，委员好，我是空军参谋长。是，您参谋长。哎，没有这回事情。没有。哎，我们都是依照相关的战备规定来做。那为什么会有国安高层透过媒体匿名放话，指称我军机遭共机的锁定？哎，这个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是，那我们这边有没有做相关的回应？新闻稿有做澄清的。是，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就说国人2300万人，大家对于国军是有信心的。是，但是在任何我们认为说离谱的新闻如果有出来的话，国军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做澄清跟反击，好不好？那再来，我们本席也看到，就说现在有一个这个美国2049计划研究所易思安啊，这应该是研究员啊，他有投书鼓吹说美军应该要进驻台湾来帮助协防，请教副部长有看到这个相关投书吗？有看到这边媒体的报道。您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提案，他是个人的意见，是，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思考吗？这个中共啊，不放弃武力犯台的企图准备，如何强化建军作战，跟台美合作以吓阻中共冒进，始终是我们的优先措施。部长，来，副部长，你怎么在背稿？我们度假招委跟高工一拢也要背啊。我们现在在请教，不是很严肃的问题啦，很严肃的问题是说，当持续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投书，我再请教了，好不好？3月25号有全球台湾简报这边有写到说，现在有可能有4个情况，4套剧本，因应新冠病毒这边，中国大陆对于台海可能会有4个安全的假想状况。第一，中国大陆疫情如果说又在爆发的话，可能会想要对于台湾有任何的一个动作来移转注意力。第二，
中国大陆如果经济没有办法复苏，也可能想要对台湾采取相关的行动来移转注意力。第三，可能想要利用测试美国的战备能力跟防卫台湾的决心而拿台湾来试水温。第四，说新冠病毒有可能会耗损美国的国防支出，所以让美国对于台湾这边相对来讲这个能力比较受限，而中国大陆有机会能够对台湾来做相关的动作。报告，您有看到这个简报吗？报告有，是，我有看到。然后呢，我们这内部从3月25号到现在，内部有针对这四个剧本或是个假想的状况，有做过什么样内部的讨论吗？我们整军备战，我们是国军的任务，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那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国军有信心来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是，这个我想大家都是一样啦。不，派谁？副部长，我们今天真的要讨论是除了说这个冠冕堂皇的话以外，我就本席就直接请教，上礼拜这样的一个四个情况之后，而且台湾都是饱受战争威胁，我们国安相关单位有没有做过沙盘推演，或是有没有针对这个比较大规模来做开会讨论？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他想的蛮明确的啊，目前新冠病毒全球都获得一个影响，那台海之间的相关的一个问题也是存在的啊，这个很人性啊，这个完全没有，他也不是假掰，他也不是编造剧本。那我们这边有没有针对这样的四个假想的方向做出什么样的开会讨论？我们不会针对他所列的四个，但是我们会针对我们自己认为的可能演出有。那我们自己认为新冠病毒这一次的疫情会造成台海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想现在这个目前你都会看出来，现在对大家双方都是一个这个内部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大家都第一优先都是在处理自己的这个疫情状况，做一个掌控。好，我想这个是大家都了解到的一个。至于说军事的这个动态，那都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是嘛？但是副部长，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从上个月到这个月，一直大家都看到是疫情严峻。台湾也严峻，中国大陆也严峻，但是我们就说有可能会有，如果中国大陆真的疫情他们无法控制，或者说有第二波，或者是经济因素，也许会用转移焦点的方式嘛。这一点也是为什么当上个月有所谓军机在绕台的时候，媒体也在揣测说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还有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嘛。所以这一点本席也一而再再而三利用这个外交委员会的外交国防的机会来请教，就说我们国防部一定要重视这样的问题，不要说只是我们自己内部有，而不管说动态的变化如何，因为这个是瞬息万变的，您可以同意吗？委员放心，对，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加紧在做的事情。好，对，我们研判，我想2300万人对于我们国军有信心，也请我们的国防部要多给我们2300万人跟我们立法院以及所有的国人有信心，这样可以吗？可以。好，委员放心。好，谢谢洪孟凯洪委员。副部长请回。接下来我们请吴思怀吴委员。有请副部长。还请副部长就备询台。委员好。副部长辛苦了。我想今天质询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位委员都很关切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以及陆克基地被感染的事情，那本席在这里继续追问两个比较专业的问题，要请国防部来回应。罗斯福号被感染这个数字一直上升，但是被感染的美军都撤离到了关岛，罗斯福号有这个能力撤离，它有直升机战斗群，有很多能量，我们的敦睦舰队现在出去到目前为止非常平安，也到了帛琉，虽然帛琉目前没有感染，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照片，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我们的敦知在每一个参访点要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虽然帛琉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只是目前没有，这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下面的港口，当然这是机密，我不要你们回答，如果
有确诊案例，我们的下一个港口要不要有应变计划，是取消还是怎么样，请国防部等一下简短回答我。第三个，如果有确诊，我们又没有紧急撤离后送的能量，如何处理，回到台湾之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请简短回答一下。是，我先简短，现在我们都一切安全，都是平安的。那至于另外几个事项，我想请参谋长、海军参谋长跟你说说明。喂，好，报委员，我是海军参谋长。第一个，我们在敦睦远航出发之前啊，我们就已经备好了我们所有的防疫措，防疫的准备物资。那第二个，在出发之前啊，人员都经过相关的检疫作为，确定人员健康，我们才出去。然后第三个就是委员有PO出来那个照片。第一个，我们目前确定就是说，第一个敦访国博流是没有零确诊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因为基于我们自己尊重这个当地防疫的政策，那我们自己因为有疫情，所以说我们开放参观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开放参观，但是表演的时候，表演之前我们都有戴口罩，全程戴口罩。好，参谋长，我想请针对我的问题回答。是，如果有我们不具备美军这种空中撤离的能量，这个应变计划有没有？报有。我们怎么撤离？报委员，不是撤离，因为我们目前没办法确诊。如果说他有上呼吸道或发烧症状，我们会在船上做隔离，就确定我们有安排隔离区。好，我讲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对了。目前我们敦知只有在船上隔离的应变计划。假定确诊，我当然不希望。假定确诊，没有后送回任何一个临近港口治疗的能量，对不对？是，所以一定要跟敦知讲清楚，要确保这个隔离设施是完善有效的。那么第二个，我刚才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如果下一个港口，当我们不谈有确诊的案例，这个国家还要不要去？我们会取消。好，谢谢，希望你们能够具体的回答。陆克基地现在没有感染，但是假定有的时候，虽然基地很大，这个我们都去过参访了解到，那么应变计划，因为洛克基地这些飞行员数量并不多，但是包含眷属，这些都是每天上班下班训练接触的，应变计划空军完成没有？是，委员好，谢谢委员关心我们的训员啊，还有眷属，目前健康情况都是良好，那配合到美国的这个防疫措施来准备，那如果要后续要治疗，也是在美国做治疗。报完毕。好，这个应变计划要很具体可行，好不好？下面一个，我想问副部长，礼拜三结束以后，清明扫墓，现在各县市政府扫墓的各种措施都已经很明确、很具体。第一个减少，第二个有关这些都希望用网络的方式。那么国军从南到北有这么多国军的公墓，有这么多忠烈祠，我们的眷属或者子孙都会去祭拜，国防部有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有，我们现在把人数都做一个尽量的精简，避免大家群聚这样子。那我想的是具体措施，不是尽量精简。你譬如说在中和这个忠烈祠，你有没有管制？有没有限人数？有没有要求？我们有管制，报委员有管制人员，我们都在安排在室外，然后会量体温。哦，每个公墓它的人数控管，不管五指山，不管在这个空军公墓，都有没有管制措施？有人员管制。是，我希望能够在媒体上出现，让眷属知道，你自己公布的东西要让要去扫墓的家属知道，他被管制，他不要在什么时段，这个应该要跟县市政府配合，是这样子才能够具体有效。谢谢。不要让国军以及国军的遗眷们产生这个破口，提醒注意。谢谢。最后一个小问题，前一阵子第七舰队在南海试射飞弹，媒体是这样报道，我想请问一下，美军所披露出来的是在菲律宾海试射，而不是南海，那么这些说法国防部有没有责任要让大家讲清楚？菲律宾海跟南海是不同的海域，它的范围有多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关第三国在公海试射，发布射击公报，发函飞安通报，发布航船布告，目前在周边海域有没有这个讯息？
请空军参谋长很简短的回答一下好吗？王委员，谢谢委员对国防事务的关心跟非常专业的这些指教。那第一时间我想美军在周边的活动，包含像飞弹的试射，那第一时间我们都有全程掌握。那有关于委员所就教的区域，确实就是在我们菲律宾以及西太平洋整个活动的范围。第一时间国防部掌握全程，而且也适时的用通过媒体来向大众来说明。因为媒体有报道是在南海，所以我想将来国防部针对这些比较敏感性的东西要说清楚，才能够教育整个全民。有些时候不必太恐慌，有些时候必须提高警觉，防止中共的挑衅。但是这些范围是国防部的专业，应该适时很明确的在媒体披露，让百姓知道。希望国防部能够改进这一部分。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请好，谢谢吴淑怀委员。来，副部长各位官员，请回。好，接下来请庄敬诚委员。庄敬诚委员不在，接下来请刘四方委员。谢谢主席。我想直接请张冠群副部长，还有林全能次长哈，还有常次哈，那个陈晓明中将，还有国防采购室主任，以及院长，搞院长，搞中心院长。来，各位官员，请到备询台。好，您已经自主健康管理出来了哈。我在院会里面非常关心你的健康，你应该谢谢我才对。谢谢委员，谢谢委员。来，请教一下，国防产业发展条例的施行细则，它的最后生效是什么时候？执行细则是我们现在是在做八个子办法的公布。那对，按照理论上是应该6月19嘛哈，2018年6月19，那现在最后生效日期未定嘞。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对，依母法第这个20条是2年内完成相关的配套法令，但是我们规划是1年也就是在今年，现在是预告，那规划在六月底来发布。六月底，是我1年我就去完成配套法规。这样子哈、哦，有8项，因为作业量也比较大。是，好，那就继续努力吧哈。是。那我再来问一下那个副部长，那个我看到媒体上面说4月16号是不是有人事变动？您的位置会变动吗？会不会很敏感？副委员，这个不是我的权责，不是你的权责。好，那我再问一下院长好吗？搞院长，那个您在4月16号左右有没有人事上的变动？我也是看报纸。你也是看报纸啊？你们这是守口如瓶哈？不，真的没有。因为外面有个说法说，这个张冠群上将呢，因为对于这个我们的国防产业，还有对于我们中科院里面的非常娴熟，希望您仍然回去能够带领了哈。那如果有这个讯息的话，请及早告知我们哈，要不然我们今天的质询就会有点甲方乙方到底谁是搞不清楚了哈。好，谢谢。来，我先问一下林全能次长，次长，那个您在经济担任非常久的时间了啊。有关于大项采购案的话，无论是大中小项哈，都要经过这个政府采购法的规范嘛哈。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在政府采购法规范里面，比如说经济部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全部都是由经济部的这个资金100%来介入的某一些公司，那他可不可以担任甲方又担任乙方？我讲了采购法里面的甲方、采购方跟那个对，是这个是有利益回避的一个相关规定。有利益回避嘛哈？那既然有利益回避的话，有没有旋转门条款？好，譬如说，我是举例了哈。譬如说，张冠群上将他可能不想回去中科院，他退休了，但是他要组织一个冠群科技公司，他未来可不可以去包这个飞弹的这个工作，可以吗？我想利益回避里面的规范，我是假设，我一再强调是假设哈。那个张上将不要紧张，因为你本来就是操守非常好，所以我才举这个例子来，请。采购法是有相关的很明确的利益回避的规范。有利益回避，有没有旋转门条款？那我们在经济部里面大概是有相关的一个旋转。啊，你们的旋转门条款大致上讲一下好吗？事实上，旋转门条款事实上是最是上位，是上位。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退休的人员或怎样，他是不能够在进到我们所督导的一个产业范围之内。比如说，我现在是督导法定时间内，好，譬如说他可能要退休或退役10年或5年以上才可以去主持这样子的重要的工作。是，但是他如果用技术人员来任用，譬如说全台湾懂飞弹只有一个叫做张冠群，
那我们现在又要采购美方的某某某某飞弹，然后他的主持的这个公司，他可以去担任这个采购方吗？我想那个委员所讲的那个中科院的部分，跟我们现在的一个经济部的到产业界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回避条款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嘛哈。好，那不太一样的话，因为你不是组织单位，我这就要来问一下了。那个副部长，来，在我们国防产业的这个条例里面有提到哦。中科院的角色其实是非常的吊诡，好，我不能说特殊，他到底是担任采购方还是担任被采购方？那在这里面常常外界会诟病说，采购的甲方跟乙方到底是独厚，我们会有个大的架构，因为我们要促进国防产业哈，所以会不会大者恒大，小者恒小，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不会不会，报告委员，我这个好，来，你跟我讲，你已经保证了，为什么不会？这个哈，你不要用新闻稿来回应我。我知道这个不用新闻稿，这个法条从开始啊，其实就是在开放给民间参与。我知道这个是我主导把它在立法院通过的。对，你不要告诉我法条的内容，我只要告诉你在执行上面为什么我一开始就直接问说，执行的时候你们什么时候要把这个生效日期、执行的细节、生效日期赶快弄出来？就是刚刚林全能次长所提到的，在中科院长久以来，我不是说现在的国军将领几乎都是人人都是非常保护自己的权益。好，而且希望能够顾及到我们国家整体的法益，这个我们没有问题。但是里面的旋转门条款，或者是利益冲突跟利益回避的条款，我们并没有在你们即将要公布的这些施行细则里面看到有被列入讨论的对象。为什么呢？你可能会觉得说，某某某是你的好朋友，他平常本来就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呢，他已经有符合利益冲突的回避条款，他也符合我们所谓的这个政府采购法里面的这个若干的限制性的公开的范围，可是他就是可以拿到这个标案。请问一下，你怎么样维持公正跟客观？因为无论怎么样，大家都会知道，您在这个中科院相当久的时间，也到国防部来担任副部长的角色，你的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把这个国防产业自主条例可以兼顾台湾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要顾虑到我们自己国防产业，还有我们国防军事上的采购需求。请你告诉我，未来的这个施行细则里面有没有旋转门条款，有没有利益冲突回避的条款？我们旋转门条款是在普遍的我们的各项法律条文都在运用，都在执行。然后呢，其实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评估干嘛，就用第三方认证，那中科院是被排除的，他不是在第三方认证。如果你采购方是中科院，第三方又叫中科院，不是，或者是采购方是国防部，第三方又叫国防部，那你们不是大哥给二哥吗？不是，报委员，我们刚才已经说明，第三方认证不是中科院，也不是国防部，他中方认证我们会理论上应该公共工程委员会，对不对？类似，我知道，但是你们还没有定案告诉我哈。所以我要提醒的部分就是刚刚我所说的，不管是国防产业自主条例，或是任何其他的条例，或者是涉外有很多不同的采购，还是仍然要符合我们自己政府里面的采购法里面的规范。那采购法里面规范，如果碰到特殊的国际因素，我们当然是可以一直上签哈，有特殊的限制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千万不要为了说这是你的兄弟哈，或者是你这多年好友，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忽略掉的利益冲突跟旋转门的规范，好吗？谢谢好，这是我是特别提醒的啦。谢谢委员。好，谢谢几位哈，谢谢。好，谢谢我们刘思旺留言。冠群公司要开张了吗？好，谢谢刘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郑天才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陈娇华委员。国防部。还有我们请国防部副部长，还有退辅会，还有退辅会，退辅会中规处处长，委员好，副部长好哈，今天本席要讨论的哈是有关那个一些国防部国有地的问题，那另外有关那个潜舰国造哈，我们现在有一些外籍专家，那他们的签证跟防疫
的这些相关的这个问题，那我要请问国防部如何协助这些外籍专家签证跟防疫？我请那个海军参谋长给你这个说明。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签证我们是按照一般的规定去做的，就是一般商务签证。那至于说这个外籍人士，那有些他刚已经跟那个委员已经报告过了，那外籍人士有些是因为他们本国的禁令的关系没办法来，那我们就是利用视讯跟那个电话会议的方式执行。报完毕。好，那我们再往下面哈，现在就是国防部哈，或者是相关退辅会有一些国有地哈，那本席有接到一些陈请，就是这些国有地哈产权的问题哈，譬如说之前是退辅会承租，但是呢退辅会要还给国有财产署，那国有财产署又不愿意。那另外有一些问题，譬如说有一些是国防部新建的，好，下一张哈，国防部新建的这个协助新建的这个地上物，然后国防部想要把这个土地要回，好，或者是有诉讼的这个关系，然后导致这个去拆这个房子的事情。那本席在这里就是要请教哈，假如国防部针对这些可能几十年前所协助盖的可能是国宅或者是眷村的这些房舍，那如果这些土地还没有要马上，或者是没有土地利用计划，那这些地上物是不是能够让这个人民哈，他们目前居住的这个使用者哈，可以让他们再继续居住。那有一些这些土地的争议，或者是这些安置的部分就是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哈。那有关土地的争议，目前是龙旗这边，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张哈，就是在最后。目前就是本席有接到陈情，包括松基国宅啊，哈，或者是之前大观社区这些地方，就是如果国防部目前没有土地使用计划，那是不是能够让这边的民众哈，他们已经居住几十年，能够让他们在这里依照两公约这边人民有居住权哈，这样子的一个保障哈，能够让他们能够安居在这里。好，那我们请回答。委员好，我是军备局局长。其实就国防部现在的土地，确实在早年有很多的土地是被占用，那经过年久之后，这些占用户确实在慢慢凋零之后，有部分也迁走了，但是还是留少部分在目前的土地上面。是，但是这些年事已高的这些占用户，那我们现在是以逐步迁离的方式，缓和迁离的方式来走。但是啊，如果我们国有土地、国防部的土地有急需要用，我们还是会以诉讼排除的方式啊，来收回这些土地，这是不得不的做法。那以上我的问题哈，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委员会在讨论那个临时提案，那是不是我刚刚的问题能够给我书面哈，一个礼拜给我书面的回复？谢委员，好，谢谢。好，谢谢陈家华陈委员，来，各位观众请回。接下来我们请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不在。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不在。孔文基委员，孔文基委员，孔文基委员不在。郑丽文委员，郑丽文委员，郑丽文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蔡逸宇委员，蔡逸宇委员，蔡逸宇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
张其禄委员，张其禄委员，张其禄委员不在。傅昆萁委员，傅昆萁委员，傅昆萁委员不在。已登记的委员除了不在场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本日的会议由委员吕玉玲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请相关机关以书面于两周内回复。本日委员口头质询来不及答复的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提供。那本日的会议于4月1号上午2天一次会，现在散会。